好，我们现在继续开会。那下午第一位发言的，邀请台湾国际同志权益促进会的陈志明发言人。那我们也补充介绍，现场还有黄国昌、黄委员也在这里，谢谢。那我们请陈发言人，谢谢。主席，在场的各位先进以及媒体朋友，以及在跟我们一起关心这件事情的朋友，大家好。关于这件事情呢，我想从法律的层面来开始解释哦。民事身份实体法相关的规定的性质，并不全然以创设特定身份关系或家庭组织为主，多数情况是要对现在存在已久的社会组织或文化现象的承认，提供做学理上称为制度性的保障。也就是说，诸多民法上所谓关于身份的规定呢，通常是将早已普遍存在的社会事实转换成法律事实，作为规范。这个文字这样讲，大家可能听会觉得很困扰哈。就是如果不是做法学研究的，可能对于这样子的解释没有办法理解他在说什么。我简单举一个例子好了。刚才前面谢启大委员对也做了一个类似的说法，就是说我们立法是随着社会的需要而做。胡老师也说，我们是在进行对一个未来有想象的一个修法。所以有关于同性婚姻的这个修法呢，其实我们在做的是一个怎么样想象这件事情之后的发展，来做一些调整。那当然我们也可以看到许多人对于这件事情的想法是不一样的。有人看到这样的修法就会觉得啊，天下要大乱了，开始要可以乱伦了，开始要可以怎么样可以多批的，这样子的一个忧心，我觉得这个是大家可以思考的。但是也有人看着这样的修法，他期待的是可以在这个法律里面得到国家，得到我们的政府对于这样子的少数族群，对于同志这样子长期以来受到压迫的族群，可以得到一点点的怜爱，可以得到一点点公平的对待。好，所以这件事情呢，我想到进行到现在呢，我觉得蛮好的是，我们从上次的公听会，许多的参加的反对方的学者都是以一个相当反对，甚至连立法都不建议的方式在进行，一直到今天的讨论，我们已经可以讨论到说，我们是不是可能可以用别的方式来修改这样的方法，来保障这些同志的权益。同志的权益已经渐渐的被看到了。那刚才也很高兴在现场，其实我们在休息时间，刚才的 J 执行长跟我们的廖老师、廖牧师跟我们的陈老师，其实都有一些交流啊。但大家对于两方，不管是反对方或支持方，都有一些互相的了解。当然从这的生命故事里头，大家可以知道说同志的生活是怎么样的样态。当然刚才廖老师也有讲的说，我们很难想象这样子的一个关系在我们的现行的法律里面怎么样的套用。你是怎么样的一个角色，你是爸爸，你是妈妈，我对于两性性别都是一样的情况之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觉得这是我们现在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我们要来进行修法之前，我们是不是能够来多做一点点互相的了解。好，所以这个是在我们讨论这件事情以外我想要讲的。那另外我要讲到另外一个层面，就是说其实现在同志面临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所有的污名化都会到同志身上来。像是艾滋病，很多人想象到同志就等于艾滋病，就是你会想象说同志啊，你变成同性恋了，你就会很快就得到艾滋病了。这个观念在很多反对方的论述里面，你其实会不断的看到。那我们在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其实它有点困难，因为这已经是超脱在解释权利上面的是不是对等，而是在一个先天上面的认知上面就有一些不一样。所以我希望就是或许有点脱离，但是我可能请卫福部是不是也可以趁着这个机会呼吁卫福部来对于一些除了说同志之外，其实我觉得一般民众也是需要这样子的一个认识哦。因为其实大家在讲说好像同志等于是艾滋病的一个高风险群，但事实上在2013年的时候，异性恋的发病率已经高于同志了，而且同志的发病率在早期突然拉起来之后，因为一个防疫的观念加入之后已经稳定下来，但是我们现在看数据反而是异性恋不断的攀升。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我们在修法其实同时可以注意到的一个问题哦。那另外还有一些啦，我们前几天的那个抗议，街头的抗议，就是反对方所取的标语，其实我们会有一点担心，就是说他们会觉得同志在鼓吹很多
混乱的思想，像是杂交啦、多批啊这样子的东西，但事实上不是这样，甚至连台湾现在有大量的堕胎，也说是孔子鼓吹的，我觉得这个是需要去调整的一个想法。好，那我们从技术面层面来看，我们现在修法这件事情哦，如果说修改民法跟现在大家比较讨论的，可能倾向于我们在另外一个做一个所谓的伴侣法这样的制度，到底哪一个好？但是在这个进行之前，我想先要确认一件事情，就是说，当我们一直要想要去弄一个另外一个所谓的伴侣法，然后尽量要说啊，我知道你们有需求，我尽量保护你们，我尽量提供你们一个对等的一个权利，但是你用另外一套法的这个想法，它到底差异性在哪里？如果说都一样的话，为什么要另外的这个先决条件必须要先讲清楚？那当然会有人说啊，因为结构不同啊，你就是两个性别一样的人，或者说你会说啊，因为你们的生育能力无法有所谓的共同血亲这样的关系。但事实上，这些东西在异性恋关系里面也是会有的。所以你要直接用这个方法来说服同志说，哇，你们用另外一个方式来进行，这样是我觉得是行不通的。那另外就实际上我们修法上面的需求，以及我们执行之后的执行的思考，另一个法律到底是不是好的？哦，它就会出现一个状况，就是说我们已经在所谓的配偶关系里面，再去拉出一个所谓的伴侣的关系，并且还把它塞到另外一个所谓的另外一个法里头去。那这个法律的准用性就会出问题。我今天要讨论两个人在一起的关系，讨论你的家庭的结构，我先必须要确定你是适合用哪一个法律，再来决定我要怎么进行下面的东西。所以这个也会造成我们之后在其他衍生出去的层面，不管是像是保险啊，或者是很多层面，都会有一些问题。就是说我们一直在做的东西，现在政府在推的，其实也是在去除掉我们法律结构、法律体制里面所谓的叠床架屋的状态。但是今天我们要来修，要来保障同志的权益的同时，我们又另外立一个东西，那你又说不清楚为什么要再去另外一个东西，然后造成我们在后续的执行上面会出现很大的问题。哦，那在德国的话呢，其实也有因为这样子的另立一个伴侣法的状况，出现了很多延伸的问题。刚才前面有先进说伴侣法在德国施行，为什么台湾就不行？为什么台湾施行就是所谓的歧视？那我觉得这个可以再讨论，但是我们可以来讨论一下，就是说德国它施行到现在，伴侣法是不是真的可以解决大家想要解决的问题？好，德国其实在这个上面其实就也出现我说的状况，就是说它在不管是之后的保险金，或者是在退休金都出现问题，就是说你的身份不一样，那我是不是要给你同样的做法？所以讲到这边，其实我们思考了一下，其实我可以理解反对方对于所谓的身份上面的认同，或者说你改变了民法之后，就会消灭原本所谓的异性恋里面的家庭结构的这样子的紧张谨慎，我觉得这是要尊重的。但是如果说用另外我们想象的是另外一种身份，像游委员的版本，其实他就是把现在的夫妻等于配偶，或者配偶等于夫妻这样的概念放进来，其实在我们的理解上面，它其实就是一个所谓的民法里面的伴侣法，而且它就会像是前面老师说的，说这是一个扩大胡老师说的扩大家庭的定义。所以这样子的做法，其实我觉得大家可以思考一下啦，因为游美女委员在这个法律上面的通盘讨论其实做了很多的研究，所以其实是可以直接放进去的，在我们看起来。那另外就是回应一下前面雷倩召集人的对于同志的一个认同度的问题，他那个报道我大概看了一下，他是在102年的调查，那里面有135位是非教友，124位是1200位的教友，那里面呢有1000多位是拒绝访谈的，所以这个本身它的适用性我觉得是有点问题的。那最后我要讲的是说，
我们如果一直在拘泥在我们要用同志的一个性行为来规定说国家要不要给你保障，这会有点奇怪哦。另外就是说，我们也用性倾向来判断同志伴侣到底有没有能力照顾小孩，这个结果会听起来，你整个通盘看的话，它就是很吊诡的事情哦。所以我想在这边提供一点自己的意见给大家参考，谢谢。好，谢谢，感谢陈发言人。我们接着邀请护家盟张守义秘书长发言。主持人、委员、还有各位媒体，亲爱的媒体朋友们，然后还有现场所有的与会者，还有各位的政府官员，大家下午好。首先呢，在这个议题上面，我想有几个观点啊。早上大家已经分别就法理逻辑提出了相关的这个论述，我想说也不在此再做赘述。但是我们要记住一件事情，我们现在的家庭它的核心价值在哪里？家庭整个人类学我们看到，它是因为父母有了孩子之后，造成了父亲或母亲他在一个工作能力，他在一个对孩子他分散了他的力量之后，必须要有整个社会给他一个支柱力量。同时孩子在一个环境下长大的时候，他希望是活在自己的父亲母亲亲生的父母的手上，然后他长大的时候他才有安全感，他在人格受的这个教养，然后他的学业社会经济的地位他是比较突出的，这方面的研究是非常多的。所以在一个家庭的核心价值之下，我们应该要顾虑孩子的感受。可是同性婚姻的很多人说他不会跟你这些有关系，可是要注意，刚刚我们前一位就特别提到了，包括我们今天伴侣盟我们的徐理事长也提到性行为的问题。今天的性行为是不一样的，它不是属于一个自然的范围。我们都知道这个，很多人告诉我们说，哎，你可不可以不要提性行为，可是这个是一个很核心的，一个同性伴侣关系是建立在一个性行为，还有在建立在性行为之上的一种伴侣关系，而这个性行为所产生的方式是跟他的器官使用是有关的。所以我们觉得在这一个，我们为什么要一个立一个法去特别鼓励保护或者说是嘉许一个这样子的一种性行为跟性关系，这是我们所提出来的质疑的。而且这不是说我们个人的意见，这相关的学者专家都有提出这样子的质疑。这是第一个我们要回应，就是说婚姻它究竟对于每个家庭有没有冲击。那有没有冲击呢？我们可以看到美国麻州在五年之内，17岁的女孩子她尝试同性性行为人数就增加了一倍。那在这样子，她有一种学习模仿的效应。这样子对我们的家庭，我请问你，你的母亲或者你的父亲，当孩子变成同性恋者，他本来是异性恋，母亲、父亲会什么样的感觉？有母亲就到我们这里来哭诉啊，他的孩子是一个异性恋，他长得很帅，可是到后面他在情感创伤之后他就变成了异性恋者，他痛不欲生，他把他儿子给杀了，然后他说我要自杀以泄我们这个家族。我们听到的都很难过。请问您孩子有一天成为一个同性恋者，你会敲锣打鼓张灯结彩去庆贺吗？所以这个是每一个异性恋家庭他所担忧的，这是一个现实存在的事情。我们现在都不讲法理，我们是在讲事实所发生的这些的事情，它确实存在。我们碰到了这类的家长，当他有一天他的孩子因为你们法律通过之后，他从一个异性恋者变成了一个同性恋者，请问他会不会跟他而且因此而断了后代？请问他会不会找国家、找立法院、找委员们算账？现在为什么有些我们中南部的朋友听到他们要去做罢免？我们说我们护家盟不做政治议题，可是我们听到这个我们会觉得很诧异，为什么？他们感觉到他家庭岌岌可危啊，他感觉到家庭，我将来的我的子子孙孙，我可能儿子不会变同性恋，我可能我孙子有可能，怎么办？每个家庭不希望自己孩子变成这样子。所以这个问题的关键就是我们遭遇到，这是一个现实问题，
他今天不是有特别用法理去做什么禁，大家法理可能讲不清楚，可是这些事实存在的事情我们能够回避吗？这些事情我们有办法解决吗？刚刚有提到早上他说称谓，法律称谓跟实际上称谓没有冲突啊，我们看得到真的没冲突吗？请问今天两个女的或两个男的要结婚，他有没有办法称为夫或妻？第一个，夫或妻的名称就没有了。第二个，以他的爸爸妈妈来看这一对男的女或者女的，请问爸爸可以叫儿子叫做媳妇儿吗？他的带来，我今天带一个男的来叫媳妇儿吗？妈妈看到或者爸爸看到女的，你能够叫女儿叫女婿吗？是不是没有了？这是现实吧。有一天他能够代理孕母人工生殖或者他收养，请问他的孩子称这两个男的或两个女的，他能叫爸爸妈妈吗？这是现实。这个不是说我们用法律是法律归名词归名词，这个你称爸爸称妈妈是另外一个，这是现实在发生的，都没有了，将来你的家族怎么排列？这个都是一个现实，我们都不讲理论。请问再来讲到今天的双方，到底双方的定义有没有非常明确？错，没有错。他说原来不叫男女吗？也没有定义很清楚啊，是不是一个男的一个女的？可是现在发生什么？现在发生美国佛罗里达州，他的一对夫妻，这个女的要跟另外一位女的再结婚，他申请要合法结婚，请问你国家要不要给他结婚？这两个法不一样啊，异性恋他还存在，他有两个孩子，可是他同时要跟另外一个女的去结婚，你要不要给他结婚？是不是双方？当然你可以在这个是不是只准用一条？可是这些将来我们现在看到不是一个滑坡理论，而是现在已经在发生的。瑞士通过同性婚姻法之后，瑞士国会立议员也就是立法委员，他已经开始要求把近亲结婚要除罪化。他说如果同性恋的婚姻是可以的，请问妈妈跟儿子结婚会更不自然吗？这个是实际上发生的，我们都不讲理论。请问现在澳洲有一个人要跟摩天轮结婚，可不可以？我们也讲说、啊、很多人觉得很好笑，这是事情在发生的。美国有一个男的要跟50部汽车，请问？当然了，我们是讲事实啊。你会看到这个法理具有平等性，可能觉得很好笑，因为这个已经提过以前啊，就觉得很 ridiculous。可是现在是发生在，请问你法理如何的去解决？另外呢，讲到收养的部分，现在收养我们来感觉一下，你如果生长在一个两个爸爸或者两个妈妈的家庭，你自己的感觉是什么？他是不是有你？别人要歧视你吗？社会要给你不一样的吗？社会会言语暴力你吗？不用啊，孩子自己会觉得我怎么样生长在这个家庭，我都跟别人不一样。所以这些很多孩子出来作证，这些有成几十个都在全球各地，他们去证明说他们在生长在这样的家庭的时候，告诉你们，我们就是觉得自己自卑，我们觉得很害羞，不敢站出去，因为我们的父母跟别人不一样。我们为什么要让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收养的部分，我觉得如果你今天他已经之前有个异性恋的婚姻，他已经有孩子，你今天进入到同性婚姻，我觉得你只要有血缘关系的这种收养认领，我觉得是还是可以接受的。可是对于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我们是完全是坚决反对的，因为孩子的感受，我们必须站在孩子的立场去思维这件事情。所以在这么多的，我念一个给各位看，各位了解吗？在这个里面的做了研究报告，婚姻家庭的家庭结构，两个母亲收养孩子，他们彼此互相妒忌，互相的竞争，去征求孩子的这个对他的认同。然后呢，第一个，第二个，女孩子子女少掉了两性之间的这种平衡，很多的孩子要从父亲或母亲身上学到不一样的性别的待遇，他缺少了一方面。第三个，同志之间的忠诚度不够，他们经常换伴侣，难以委身长期的关系，请问孩子将来怎么办？第二个，子女福祉的关，同志婚姻的关系不稳，导致收养子女他在一个非常不稳定的，他的学业表现比较差，那么父母潜移默化对子女，他会影响到他的性行为的选项。而且第三个，同性的父母会影响孩子对于性取向性别认同，会产生一个问题。第三个大点是社会秩序，社会秩序第一个就是同志家庭受到不当的性接触比例偏高，
第二个，同志家庭的子女常常有不良的犯罪跟行为，这个都是有数据统计的。而且女同志家庭的女儿成为双性恋的几率非常的高，她是一个三十，一般同性恋家庭收养的孩子，她在于性行为取向成为同性恋者是30%，而一般的异性恋家庭只有4%，这是一个统计数据。我们了解说，在这个很多的方面，同性收养的家庭，我们为什么只想到父母自己的立场？我们有没有替孩子想到？我们做父母的难道只想到我们自己的需要吗？澳洲的孩子就告诉他，我不是你的礼物，不是你的奖品，请你不要把我生在这样的家庭。我们求求各位，不要把我们的孩子的利益漠视他们，请不要把我们将来的子子孙孙孩子们的利益忽视掉，设身处地的去为我们的子子孙孙考虑他们。我的今天分享到这里，谢谢。好，谢谢张秘书长。我们接着请世界和平统一家庭联合会家庭教育中心许慧珍主任发言。主席好，大家好，我是世界和平统一家庭联合会的家庭教育中心主任。我要提出对这四个提纲的态度之前，我先要说明我们对婚姻家庭与性的观点，因为根据这样的观点，那对于现实事情的处理，那就是非常的清楚的。下一张，好，下一张，本会哦，对不起，上一张。本会主张在对性的方面的观点，主张与性自由相反的性绝对。下一张，快，时间不够了啊。是什么使男人得以成为男人，使女人得以成为女人的呢？那正是性器官。下一张。那是男人的血和女人的血在同一个熔炉里融成一体的位置，子女就诞生在那样的位置，它是如此的宝贵，就像是宝贝中的宝贝，所以不能让世上的任何人看见，一辈子都用锁头好好的锁住。下一张。那锁头的钥匙，丈夫的在妻子手上，妻子的则在丈夫手上，两人各自拥有唯一的一把。你会想要像那没有主人的被废弃的空屋一样，让路过的人随便开门进进出出吗？下一张。比起大脑，爱的器官更为重要。脑袋里并没有真爱的起源，也没有血统的起源，那个起源是性器官，那里有生命，有爱，有血统，那里就是爱的本宫，生命的根也在那里，血统也一样，没有它，人类的繁衍就是无稽之谈。下一章。但是为什么它又变成是恶的呢？被人们当成了下贱骂人的话呢？在放纵情欲的世界里，爱变成了最危险的事，如果没有妥善管理，就会闹得天翻地覆，一旦脱离了原则，什么 荒唐怪异的事都会发生，若不加以纠正，整个世界都将面临崩坏。下一章。我每一个人身上所有的器官都可以以个人为单位来发生功能，只有性器官以个人来看是没有任何意义的。男人的性器官是为女人而生的，女人的性器官是为男人而生的，这是非常明显的。因此自己只是性器官的管理者，不是主人，主权是在于对方。可是正因为男人们自认为性器官属于自己，女人们也认为性器官属于自己，世界才会导致灭亡，因为彼此都认错了主人。如果确实了解自己永恒之爱的主人是对方而不是自己，世界就不会演变成现在的惨状。下一章。自由意味着必须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责，对出于自己自由意志的行为所带来的后果负责。因此人本性的真正自由是以环境责任分担为前提，如果欠缺责任感，只主张爱的自由并恣意妄为，必定造成严重的混乱与危机。下一章。我们可以从三方面来思考爱的责任。首先是对自己负责，
通过自我修炼、自我控制，成为心体合一的真爱主体，以自我主管、自我意志负起人格者的责任，以准备自己成为可以建立理想家庭的合格者，从而实现自己幸福的人生。下一章。其次，对现在或未来的配偶负责。在本性中，没有人愿意与别人分享配偶的爱，因此每个人都具有必须绝对为配偶而活的爱的责任，以保障配偶的幸福人生。再其次，对现在或未来的子女负责。父母的爱是子女感到自豪与幸福的基地，每个子女都希望自己的生命能通过与真爱相结合的父母而诞生，并且沐浴着如此的爱而完美的成长，使子女拥有能够实现幸福人生的性格资质。下一章。通过结婚，原本各自只是一半的男人和女人，借着性器官的合一而使彼此达到完成，以女人的爱为中心，男人得以完成；以男人的爱为中心，女人得以完成。两者借由真爱而合一，那个位置就是以爱为中心，使生命活性化，两者合一的地方。父母、夫妇与子女的宝贵姻缘的起点在这里。最有福分的就是男女各自能作为童真的男子和纯洁的女子，站在能使所有爱我们的人感到喜悦的位置举行结婚仪式，那样的人是天地间的幸运儿，是人生旅途上万事成功的人。下一章。因此本会主张婚前守贞且婚后忠贞。请问，如果这个世界把性器官珍视为如此具有绝对价值的世界，那么它会是一个善的世界还是恶的世界呢？会是一个会兴旺还是会衰亡的世界呢？下一章。接着，本会主张结婚是为了实现幸福人生，并且为了建设理想世界。人为何诞生为男人与女人？是为了爱的缘故。结婚的目的是为了使男人与女人的心灵世界融合为一，并使男女的爱因互补而达到完全。结婚是为了显示这种完美结合而做的宣告。家庭是以男女间的真爱为中心建立的，但它的根本目的并不只是为了家庭，而是为了实现理想世界。因为家庭是社会的细胞，也是整个世界的细胞。因此本会的教育目标是爱天、爱人、爱国，致力于成为能培养出家庭的孝子、国家的忠臣与世界的圣人之家庭。要实现世界和平，就要从社会的基础家庭来的和平开始。因此本会的婚姻祝福典礼以通过理想家庭实现世界和平为主题，跨越种族、民族、国家，使世界人类因真爱的家庭而合一。下一章。例如韩国、日本，比如这两个是敌对意识的民族，但通过韩日之间年轻人的通婚祝福，那么他们所生下的子女自然而然的就能够爱这两个父亲国家以及母亲国家，这是化解仇恨最快的方法。因此本会鼓励有诉求的两个国家或民族之间的年轻人之间通婚。下一章。再下一章。再下一章。再下一章。下一章。再下一章。好，再下一章。再下一章。绽放人生最宝贵的三大爱：父母之爱、夫妻之爱、子女之爱之婚。芳香的家庭是世界的盼望，人类的盼望，也是未来的盼望。家庭的起源是夫妻，因此这三大爱的定着点是夫妻之爱。结婚开启了这三大爱之门。下一章。男人和女人是让彼此完成的对象，没有对象就无法找到真爱，也无法使自己达到完成。当夫妇获得父母的签字，获得祖父母的认可，获得自己配偶和子女们的认可时，子女才会是幸福的。下一章。接着本会主张家庭是爱的学校。真爱并不是用语言、文字或一般教育就能习得，只有通过生活才能完全地领会。下一章。再下一章。下一章。
再下一张，再下一张。没当过夫妻就不知道什么是夫妻的爱，没当过父母就不知道什么是父母的爱，所以我们需要父母，需要配偶，需要子女，也需要手足，因此我们需要家庭，让人可以在生活中去了解体会并且学习爱。下一张，下一张。一般来说，在爱里面，爱的情是女人的比较高，而男人的比较宽。男人的爱是宽的，女人不顾自己，而只考虑丈夫和子女，这是因为女人的爱是高的。但是在考虑亲戚或国家的时候，男人的爱是更宽的，男女的特性是互补的。下一张。所以一般来说，在爱子女或爱家庭这一方面，应该向母亲学习，而爱世界的方面则应该向父亲学习。如此编织起来，就能成就圆满的圆形。父母必须为子女树立榜样，告诉他们夫妇应该是这样生活的，让子女产生爸爸妈妈是那么相爱，我也想快点结婚，过着 和他们一样的生活，这样的羡慕和想法。好，下一张。在家庭里面，通过唯有父母才能给予的爱之教育和情感教育，可以培养出子女们心情的深度和广度，这是造就子女人格的基石。家庭同时是美德和规范的学校，人应该在接受如此心情教育和规范教育的基础上再接受其他教育。好，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后面没办法讲，不过根据这样 的我们这样的对婚姻性和家庭的价值观，对于这四个提纲，我们的看法是不能改变婚姻法。好，那可以 提供单点照顾的同志权益法。谢谢。那我所提出的这个不只是同性恋者要努力的，异性恋者也要努力。好，婚姻是要大家共同来维护。谢谢徐主任的发言啊，谢谢。那我们接着请同志人权法案游说联盟的苏珊执行长发言。主席好，各位媒体先进，还有各位来宾，大家好。我是苏珊，我今年35岁，我大概有10多年的人生都在国外当个小留学生，其中有6-7年是在加拿大。那时2003年，加拿大刚通过同性婚姻，而我那时也参加了我第一个同志的婚礼。那时我才20多出头，可是同志是可以结婚的念头就深深植入我的脑海里。我的父母结婚快40年了，他们结婚的时候也是不备受祝福的。我妈妈的亲友甚至没有出席他们的婚礼，那只是因为我妈妈是外省人，而我爸爸是本省人。那时的族群对立非常的激烈，我相信上一辈的人都还记忆犹新。但是我爸妈他们选择了爱，因为他们知道要找一个对的人是多么的得来不易，一定要好好的把握。以至于到今天，我爸妈他们还是非常的相爱，就算天天腻在一起，也还是甜甜蜜蜜。那是因为他们相信爱，而且让我从小我的家庭就很和谐，也成为了那是我对婚姻的想象。我相信有结婚的人都知道，婚姻不只是一场婚礼，而是婚礼后的那每一天，是两个人成为一个家，是把对方的家人也当为自己的家人，是两个人互相扶持，同甘共苦，一起努力养大自己的小孩子。在婚姻里，你的另外一半是男是女真的不是那么重要，找到对的人才是幸福的秘诀。而我自己也很幸运的，在6年前认识了一个跟我身心灵都非常契合的人，我们相知相惜，我们无话不谈，她是我眼中最美丽的女人。我们交往4年后便在加拿大注册结婚了，而后来也透过人工生殖拥有了一对可爱的双胞胎宝宝，他们现在5个月大，正在努力学着坐起来。我们两方亲友，尤其是阿公阿嬷们，都对这两个小孙子爱不释手，宠爱得不得了。我的家庭非常的幸福美满。那我想回应张守义秘书长的一个疑问，就是我爸妈他们知道我是同志并且找到相爱的人的时候，他非常的开心，告诉昭告全天下。
她叫我的老婆、媳妇，也叫她女儿。我叫我老婆的妈妈，妈妈。所以就是不用太去想太多这些东西，因为就是这么简单。那我是个软体工程师，我老婆是个饭店经理人，我们奉公守法，我们努力工作。我们虽然在台湾还无法注册，但是我们早就已经以一家四口的家庭形态生活在台湾的社会里了。而像我这样的家庭也存在至少有上百个个体。我想请问大家，我们这些同志家庭的存在，有导致反方所预测的传统家庭的瓦解吗？有破坏家庭的结构吗？你的生活现在有改变了吗？如果我们这样的婚姻不是婚姻，那什么才是婚姻？有些人说同性婚姻过了以后就不可以叫爸爸妈妈了，那我建议你可以去一趟加拿大，或者现在去一趟美国，或者任何一个已经合法化的国家，你会发现他们对父母的称谓并没有改变，他们的家庭价值也没有就此崩塌。曾经有个加拿大官员来台访问，那时候他也说十年前他们也有很多反对的声音。那我就问他说，那同性婚姻合法化过了之后加拿大发生什么事了？他说反对的声音渐渐就消失了，因为大家发现他们的生活并没有改变啊。我是两个孩子的生母，所以我拥有两个孩子的亲权，但是我老婆却跟我和孩子们只是法律上的陌生人。她从怀孕那一刻开始细心地呵护着我们，一直到昨天晚上还得起来喂夜奶。她尽着所有做妈妈的义务责任，但是如果当小孩遇到重大事件时，她却无法帮他们做任何决定。我每天都很担心，万一有一天我出了什么意外，我的小孩的亲权将不会属于这个每天照顾他们的另一个妈妈。同性婚姻不只是让同志可以结婚而已，还包含跟着婚姻而来的一切责任与义务，还有对于其配偶及孩子们的保障，这些都是我们现在无法拥有的。我请大家将心比心，如果你不能有你自己孩子的亲权，你会愿意等多久？有些人认为男同志或女同志无法自然生育，所以不应该有小孩。但是我也必须提醒大家，根据卫生署的统计，台湾在103年就有6857个透过人工生殖出生的宝宝。这些不孕的夫妻里，有些必须透过第三方捐卵或者第三方捐精，有些因为身体状况无法复合怀孕的过程，必须去国外做代理孕母。难道这些也无法自然生育的夫妻也不配拥有小孩，不可以结婚吗？如果你觉得他们可以，那为什么同志不行？有些人担心同志婚姻合法后会不知道要怎么教导你的小孩，那请你参考我会怎么教导我的小孩。我会告诉他，在他的生命里会遇到很多人，每个人的家庭背景都不一样，有一些会有一个爸爸一个妈妈，有一些来自单亲家庭，只有一个爸爸或一个妈妈，有一些是跟阿公阿妈一起住，有一些妈妈是台湾的新住民，各种家庭样貌都是有可能的。也有人问说，难道我不怕我的孩子受歧视吗？其实我不怕，我们除了会来自各种样貌的家庭以外，我们也都有可能在各方面与人都不一样。在学校里长得比较胖的孩子，有青春痘的孩子，有过动的孩子，各种孩子都有可能被认为不一样而被欺负或霸凌。我们应该是要努力去改变这种霸凌的文化，该教导孩子们去尊重不一样的人，鼓励孩子勇敢表现的自己，就算跟别人不一样也不见是一件不好的事情。有些人会觉得社会对立现在太激烈了，叫我们屈就于特别法吧。我想问，特别法到底是什么？内容是跟婚姻一模一样吗？如果是的话，又何必劳民伤财，多此一举呢？如果保障范围比婚姻少的话，那为何我又只能得到比较劣等的保障呢？你反对的理由只是幻想出来还没发生的恐惧，但是对我，则是现有的问题。攸关我跟孩子们实质保障，为了我的孩子，我实在无法妥协。今天假如有特别法，但是我的老婆不能有孩子的亲权，然后我们在一起十年后，她也养了孩子十年，我跟她分手了，然后我去嫁给一个男生，这个我嫁的男生也许还不知道小孩子的名字，可是他可以有亲权，
这样对吗？有些人先入为主的去想同志是不正常的，对于这种想法我只能深表遗憾。也许你认识的同志朋友不多，也没接触过同志家庭，但是我们并不会因为你不认识我们而自然的消失，我们也不会因为你不认同我们而不去追求自己的幸福。我的婚姻跟我的父母一样美满，而我的家庭也非常的幸福，我们并没有跟你们不一样，我们只是爱上的人刚巧是相同的性别，我们只是想好好的活着，我们只是想保护我们的家庭。如果你觉得同性婚姻不该合法，请看着我孩子的照片，告诉他们为什么他们不可以受我国法律的保障。我们要的只是平等的对待，不要一个特权，不要一个专法。我恳请我的国家让我有办法守护我的下一代，请支持修改只有五条民法，让同志婚姻合法化。 Equality for Taiwan， 谢谢大家。好，谢谢苏珊执行长。我们接着邀请全国家长会长联盟理事长陈铁虎陈理事长发言。主席徐委员，我们在场的立委诸公，我们的政府官员、媒体朋友，还有我们的先进，大家午安。一个家长站在这里，实在应该这个时候应该忙于生计，为经济打拼，可是我们要站出来。我刚刚收到一个讯息，台北市11月27号台北市学生家长会联合会，四个联合会，国小联合会、国中联合会、高中联合会、高职联合会，他们在27号要站出来讲话，他们的讲的是同性婚姻对于我们孩子教育的影响，包容少数同性婚姻的关系，同时也要捍卫多数异性婚姻及家庭关系。这是我们台北市四个联合会70000多的个家长，他们要在27号要站出来。我在这里讲的同时，我也希望各位立委诸公，你们真的很重要。家长一旦站出来，表示很多的议论，在于刚刚这个婚姻，同性婚姻在现在在沸沸扬扬之际，我在家里看电视，我爸爸也在旁边，我爸爸在问说：“哎，现在的电视新闻在到底在讲什么？为什么那么热闹？”阿关的孙娜的跟他讲啊，我们弟弟的孩子讲。阿公，他们在说男生跟查甫甲查甫会使结婚啦，查某甲查某会使结婚啦。我老一辈啦吼，我爸爸叫啊，唔结唔准，不得不娶。我这是老一辈啦吼，这个是他们的想法。当然我没有这个想法，我们下一代也不一样。那我当时我当天晚上我找我两个，我有三个孩子哈。刚刚说父母的角色，我等一下再说哈。我的三个孩子，一个在国外，两个在国内，两个男生在国内。那我在对，然后年轻人过来，我现在爸爸有一个问题，大家来讨论一下，是什么问题？我说同性婚姻的问题哈。那我一个儿子就说，同性婚姻应该一样啊，他们也要，他们也有人权啊，给他们平权，这是好的啊，这是社会的进步啊。可是另外一个儿子说，可是他们要牵涉到收养呢，一个不没有血缘关系。当然收养现在我们一般的老百姓也可以收养，可是一个男男的家庭跟一个女女的家庭也可以收养的话，那对这个孩子公平吗？以后他在这个孩子的家庭中所碰到的一些多数家庭没有的一些状况，比如说父亲跟母亲的角色会不会错乱，为什么我们家跟他们家不一样，那这些问题在他们两个一直吵吵，连国骂都要出来的。我说喂、欸，风度拿出来、啊。那我们，我跟我老婆就在旁边，我们是两个默默的、社会的看待这件事情的人。我家庭就是一个社会的缩影，这个社会缩影就是现在的争执不下。简单讲，我刚讲的，以我们现在国语来讲，就是我们现在这社会已经是荒腔走板。已经乌烟瘴气，
整个家庭社会已经鸡飞狗跳。这对不起，这个对执政党来讲是非常伤的。为什么会造成这样？当然，刚刚许多前辈都讲过了，这一些可能有些误会，这些可能就是深根一个刻板的印象，造成一些的目前社会现象。但是这些社会现象也不能有少数的立委或少数的人这样一抹就过了。我们必须要，我坦白讲，我也赞成婚姻，不管同性异性，一定要受到保障。毕竟他们还是有组织家庭的权利。可是这些如果得到共识，如果取得一个平衡点，这些有赖我们立委、我们社会所有的抉择专家做一个很恰当、社会比较有共识的部分来做。那我要讲，刚刚我早上听了一个早上，难免所谓的情理法，在情的方面，我们都知道，一般在我们这种年纪，或是我们的年轻人都非常支持同性婚姻，他们受到法律的保障。可是要如何保障？你要另外的一边，可能都就多数了，能得到他们谅解，能得到另外一边他们的容许，也可以包容这种法的存在，那才社会才会和谐。以理的方面，我想这个理就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这个理没有问题，大家说各的。但是以法的来讲，早上那么多学者、法律专家、学者都讲了，可是他们的观念也未必一致啊，难怪这个社会会撕裂。在一个争议这么大的一个议题上面，我们就这样草率的要立法修法够吗？多场的公听会是必要的，像今天我觉得很好啊，我们许淑华委员就请我们家长也来讲讲现在目前在学校所谓家长一致大概的声音是在想什么，他们的看法是什么，我觉得很好啊。也谢谢许委员能让我们站在这里，对于学校的教育跟孩子的影响摊开来，大家一起来讨论，这个是一个很好的现象。那我现在比较对于同性婚姻法或是一些议题，我其实我都没意见。我比较有意见就是他的收养，在一个没有血缘关系，而且男男女女的收养关系，请问我们国家现在的人工生殖这个法有利了吗？够了吗？如果这个法没过，那我们的男男结婚、女女结婚可以收养孩子。讲句不客气的话啦，这个孩子生出来不是由你们生出来，是由别人生出来的。如果你照顾得好，应当啦，照顾不好，你就牵人手指。这个我们不能不去了解，不能不去抹灭这一块。一个无辜的孩子，在这一个跟98%的家庭的孩子不一样，他的角色，父母角色是不是一个可以替代性，可以让男生来替代母亲，女生来替代男生的一个父母角色？我们在学校里面，学校的教育到我们孩子是一个比较常态性的。那当然，我们在国民教育里面，希望教育我们孩子能够尊重异性的差异，消灭异性的歧视，对于性别的歧视，我们要教导孩子是以平等的概念，以尊重包容，而且要有以品德教育为基础，让这些实质的平等，让我们学校的孩子知道对于性别的歧视，这是我们学校要教育的。另外，我再讲一个，我一个远亲一个最近我听到了，因为这个性别平等、婚姻法、这个、同性婚姻法，我最近听到一个例子，就是我一个远亲，他的孩子是女生，他本来跟一个男朋友已经快要谈到婚姻了，谈到婚姻的状况，可是因为某某因素，结果分开了。那分开之后，我这个远亲的女儿就是很沮丧，在中间有一个同性的女朋友来安慰她，一直大概有3年了。可是最近一两年，
就看到他们越来越亲近，两个整天就腻在一起。我那个孩子 的爸爸妈妈就说，那也安呢，本来不是好好谈到婚嫁，结果因为男朋友因为感情的关系就分开了。分开为什么还有一个女生进来、啊、好像就是以男女关系类似那种动作，那种亲密关系。那我在想，以前我们台湾在讲说这个同性的关系是不是天生 XXXY 的，因为基因的关系促使他，因为他有一个同性的关系。可是到目前我们看到的这些碰到了两个例子了哈，他好像外来的因素也有，他也可以引导我们的孩子，本来是异性恋的孩子现在变成同性。那这个做父母的我不知道了哈，他我在我这个别人感受不到，在我这个远亲里面他就很伤心了。一个可以在正常生活正当家庭生活下的孩子，为什么会本来也不是这样，为什么会演变这个样子？那我们觉得这个，那这里我就要又谈到这里，我就要翻开我们的性别平等教育了哈。现在性别平等教育里面，我们学校我这里有几个哈，职校的公民与社会、健康与护理、高一的公民、公民社会，这里面哈，我来读一下啦，我读一下它里面到底在讲什么。还有没有时间？因为这个社会啊，这个社会哈、哦，不戴眼镜比较好了。现在不过看这个教科书，我要戴眼镜。啊，陈理事长，谢谢。我们还有第二轮的话，我们再邀请你发言好吗？还是时间到了？好，谢谢陈理事长。在念现在的教科书是这样在教导我们的孩子。好，谢谢哈、啊，谢谢陈理事长。那我们接着邀请台北大学法律学系的教授关小薇关教授发言。主席，委员好，各位委员还有各位贵宾，我是法律学者，我本身也是家长，同时也是基督徒。那我是真光福音教会的教友，现在正有一群我们的教友为今天的公听会祷告，我也相信有很多的基督徒会为今天的公听会祷告，感谢你们。那这两个礼拜来呢，我相信很多人都会感到不安和沮丧。那这样的不安和沮丧不只是发生在同志的身上，当然也发生在异性恋相信人权、公义还有平等的人的身上，那也同时发生在许许多多基督徒的身上。因为我相信在这样的冲突里面，许多人会发现宗教的领导者的教导还有反同方所 发散的文宣，其实并不如他们所言的真实，而也没有展现出基督应该有的良善、公义，还有诚实。譬如早上先进有谈到哈，就是人权理事会，联合国第26届人权理事会，2014年6月25号做成的保护家庭决议，明白的说是不赞成同性家庭的。但是我们如果仔细去看这样的决议的话，我把这个他们的决议念出来，各位来看看是不是有这样子 反对同性家庭的意涵。那这个理事会的决议说，确认家庭负有抚养和保护儿童的主要责任，并且为充分而和谐的发展其个性，应认为儿童在家庭环境里面，在幸福、亲爱和谅解的气氛当中成长。请问这个家庭这两个字有加入异性或同性家庭的一个字眼吗？其实我们在看英文里面，它是 family 哦，任何其他的字眼都没有。但是我们反同方呢，却超译了人权理事会这样子的内容。那到底家庭对于联合国这样子的人权的一些机构来讲，家庭是什么呢？我们如果去看2013年联合国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委员会做成的第29号一般性建议里面，当中第16段到第24段讲，明白的讲，联合国承认家庭的多种形式。那第17段他讲，我们必须广义的理解家庭这一个概念，承认家庭的不同形式，
同时也承认家庭在各国之间和国家内部具有各种不同的形式和职能。那他在第24段也就讲到说，我们认知到有许多国家会承认同性伴侣，也有一些国家不承认同性伴侣。那如果他都尊重各国，到底你要采取登记伴侣制，或是婚姻，或者事实结合关系，所以这才是事实。那我们必须要本于事实来做意见的主张哈。那关于反对者说同性恋要成家就去用你们的专法，不要来抢我们的婚姻这样的看法呢？其实从宪法的角度来看，是很难通过平等权的一个审查。那平等权最基础的想法是禁止国家恣意的对人民做加以分类来做差别的待遇。那现在的台湾的宪法学者其实有一致的共识，认为性倾向的人格 不容许以他人的其他的价值观去扭曲，而且摧毁他的人性尊严。所以国家也不应该用个人的性倾向作为差别待遇来排除同性伴侣在婚姻制度之外。那我们今天的提纲要谈的是说，如果我们这个权利能不能去用专法来赋予，然后有可能去用法律去排除同性结合适用婚姻的相关的权利。那我们并不知道徐委员的详细的条文哈，我们也看不到法务部说正在草拟当中的这个同性伴侣法的条文，所以没有办法一一从这当中去做评论。但是为什么要用特别法？为什么要用专法？这意味着他们认为同志是不一样的，是特别的。那到底为什么要用专法？意味着就是他在婚姻之外去创设一种只有同性伴侣可以用的一个制度。那这样的看法，很多人会拿美国的种族隔离的例子来说明，说同性伴侣如果用这样做区隔的话，好像美国区隔过去区隔黑人和白人，那是违反平等权的一个保障。那我也赞同美国的最高法院在著名的废除种族隔离的布朗案当中所说的一句话，就是说隔离本质上它就是一个歧视的。因为我们如果对群体去做区隔的时候，纵使国家想要企图去让两个团体享有类似的权益和资源，或者是渐进式的去让它趋于统一，但是这种你们和我们的区分本身，它就意味着贬义。那我想要举台湾人比较懂的例子，也就是过去曾经在这块土地上冲突相当严重的省级的争议来说明。那其实过去的省级争议，国家的制度本身它也扮演了一个重要的推手。举例来说，以前的公务人员考试是用省级来区分名额，那这样的制度长达42年。那例如说以78年来说，它录取总共600个名额，在台湾省只有22名，那其他的省份加起来总共是578名。那甚至有些省份的名额是台湾省的名额的2倍以上。那这样子的制度是造成许多不公平的现象，造成录取率每一个省级的报考人他会相当的不一样。所以虽然政府在后面的几年呢，运用各种方式去增加台湾公务员的录取员额，想要达到尽量的公平，但是当最后想要废除这样子的省级配额制度的时候，也有人会是说，这哪有不公平，你们有你们的名额，我们有我们的名额。那这样以省级来做差别待遇，所造成过去所造成的种族撕裂，我想是台湾民主史上相当沉痛的教训。所以我相信台湾人能够了解这种隔离本质上其实是歧视的一种道理。那早上也有先进讲到，婚姻是人类发展的一种结果，没有办法从法律来创造，但事实上一夫一妻这样的婚姻制度是从民国19年开始的。那过去的制度是一夫一妻没错，但是可以有许多的妾。那我们的民法19年的民法是废除了妾的这个制度。那所以难道这个现在的一夫一妻制度婚姻不是我们法律所创造的吗？难道我们的这部法律是确认了妾的制度是可以通行的吗？再来，有人会说婚姻制度建立是在于
家庭具有生育的功能，才能够延续人类的繁衍。那我必须说，在法律上，结婚在法律上有许多要件，但是生育不是其中的之一个。过去是因为过去在华人当中，七出也就是休妻的一个要件里面，无后就是一个可以把妻子逐出家门的一个过去的法律。但是现在的民法是完全没有这样子的要件，也没有办法单纯以不能生育就作为离婚的法定理由。那而且人类对于生育的一个意涵，在人类的这个人工生殖技术发展之后，其实全然的改观。也就是一个女性如果她用捐精的方式，用人工受孕来怀孕的话，那这个生育这件事情不一定要和男性女性的性交有关。所以科技的发展其实改变了社会的观念。那我们再来看看收养的制度。其实如果如自然论者，婚姻自然论者来说的话，婚姻和人类的自然生育不可分的话，为什么我们需要创设收养制度？因为收养制度可以允许完全没有血缘的双亲和子女产生亲子关系。所以收养 制度它的为什么会产生，是来自于人类希望拥有子女，成立自己的家庭一个需求，一个希望有下一代的一个需求，而它超越了我们认为婚姻应该必然跟生殖有关系的一种自然血缘关系。而且收养是一个中国自古就有的一个制度，它同样跟婚姻一样，是先于我们的宪法，先于我们的法律所存在的。那为什么会有收养制度？在华人来讲，它很简单，其实就是因为我们要传宗接代的一个需求。那更特别的是，我们跟其他国家非常的不一样，我们容许单亲收养。为什么会容许单亲收养？因为有可能没有结婚，一直没有对象，但他就不能传宗接代了吗？所以我国的民法是承认单亲的收养。那如果承认了单亲的收养，为什么不能让同性婚姻，如果他能结婚的话，我们允许他有结婚权的话，却不让他收养呢？这当中的一个差别待遇，我们没有办法看出有什么样的一个道理。好，谢谢。好，谢谢关教授。接着邀请玄奘大学的教授释昭慧法师发言，谢谢。感谢主席，还有诸位亲爱的姐妹兄弟们哈。我想今天我来这里呢，可能是因为这次的大风暴是很像宗教界很热闹。所以呢，难免就会想要听听其他宗教的声音。那另外一方面呢，大概我十多年前因为做伦理学的研究，我就曾经写过一篇，这个有关于这个同志的议题的佛法观点，那么所以呢，我想呢，我今天过来呢，应该也是有这些因素在这里。那么首先我还是先讲，这不可否认的，在台湾呢，还是藏民文化跟佛教是比较主流的，也就是说它人数居多的。那么因此呢，如果我们说同志是少数，因此要听多数的话呢，可能各位真的要耐心听听多数人到底是怎么想的哈。我首先来谈一下佛教观点好了哈。那么在佛教观点来讲呢，所有的情欲都是本能的啊。那么本能呢，就没有所谓哪一个是神圣，哪个是罪恶的。本能呢，你只能够心疼他，因为他就是要这样发展的。那么因此呢，佛教从来没有把婚姻当作圣事。那也没有把其他的情欲当作是邪恶，除非它伤害到其他的生命。所以这一波的风暴，我一再反问的就是，因为我的 LINE 也是被灌爆了好多好多。我常常访问他说，到底清楚你什么权益啊？真的是讲不清楚啊，到底清楚你什么权益？如果是真的是导致于你有重大的权益损失，那当然，以佛教来讲，就是情欲不可以伤害其他无辜的第三者嘛，这个我们可以接受啊。那么再来从佛法的另外一个角度，就是说其实很简单，生命的每一个基础点都不一样，差异性很大。所以从佛法的角度，就是希望每一个生命都离苦得乐，他比现在更快乐，我们就祝福他。那么他现在如果是一个同志的状态，他如果有婚姻会比他现在来得更好，那我们就要祝福他跟成全他。这就是佛法给我的一个带来的启示。那么这个是佛法。那么至于藏民文化里面，老实说，我觉得东方的文化没有那么残酷的去对待同志，
哦，你如果在古籍里面翻一翻，其实太多了，那个男男女女的那些问题，其实早就存在，所以呢，大家也就是见怪不怪哦。那我特别把它当作是一个罪恶或者一个邪恶的议题来谈，其实那应该还是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但是我也很欣慰的是看到很多的基督徒，包括我今天看到陈南州牧师啊，还有刚才关教授，他就告诉你他是基督徒，但是他心目中的耶稣跟有一些人心目中的耶稣长得不大一样，就像我心目中的佛陀跟很多那个男性杀猪的佛陀长得不大一样一样。那所以呢，我觉得其实这个是一个宗教自由的社会哈，大家大名大放啊，这个是好事。那但是呢，也因为确实也知道说这个无以说服常民的台湾社会，所以呢变成宗教团体，它包装成一个所谓的家的价值。那老师不客气的说，家的价值向来就不是无限上纲。家的价值向来就不是无限上纲，我必须要再这样说。也就是说呢，在欧洲也好，在印度也好，早就已经有许多的所谓的 homeless， 而且他们创造了人类社会最灿烂的文明。哦，那么这些人呢，不见得是以家为本位的，包括了佛陀在内，包括了许多的游方僧。那么因此呢，以单一的价值一直在要求说，所有的人都是要进入到这个家，而且这个家还是要由你来定义的。那这个其实是我真的觉得有点强迫症哈。那么于是呢，这个说服力不够的时候，他又告诉你这是自然的法则，不这样做就是逆天行道。这个一直在哲学上说，换了自然主义的谬误，自然向来不见得就是最好的。如果你生了一个孩子是兔唇，而他可以医治，难道你不会让他的感官变得更漂亮吗？自然的法则所诞生的很多东西其实是不幸的跟残缺的，能够让它更好，我们就应该这么做，这就是人的可贵。那人的可贵也只有在这个地方。好，那么至于说破坏这个传统的体系结构呢，那我觉得这个传统体系结构一路上被破坏啊，我们不是以前的五代三代同堂，现在不是一夫一妻吗？在那之前也有走婚制的一女多男，还有一些一男多女的，其实体系向来就不是这个完全安稳而没有变异的。这个是必须要提醒各位，就是你提出来的家庭的价值，虽然你隐去了你的宗教意图，但是你依然没有办法说服我们台湾这个社会的长民文化。好，那么于是呢，接下来就发生了很多的危言耸听的事情，比如我刚早上听到说，有什么整体作战计划，同运国际组织有组织有计划的在影响台湾。可是我另外听到的一种说法是说，其实也是一种整体作战计划，就是有某种宗教徒呢，他刻意的去连接了所有的人，产生了很多很多的联盟，有组织有计划的去影响台湾。那这说得完吗？我们都拿出证据来好吗？那么于是呢，一些危言耸听的事情呢，我就真的希望能够拜托，真的不要这样做啊。这个真的是有一点猎巫了啊！全台湾变得因为危言耸听，很多人都被卷进到这个共业。比如说，那你如果那个有了同志婚姻，异性恋者就会偏向同性恋，那你会吗？你不会，你为什么担心呢？奇怪哈！还有有关于台大罚3万块事情，说因此这个就是因为同婚，台大罚3万跟同婚，台大那个是在甄选入学的时候啊。哦，那个跟现在有什么相干的？而且台大机械系那个，它之所以会让人反感，不只是这个灌输唯一的一个价值，我觉得问题是它偷渡它的宗教理念，而它是在权力不对等的状态下偷渡进来的，这是非常可恶的事情。如果你是一个机械系的小孩，你敢不填吗？哦，这是完全一个非常荒谬的行为。我必须要讲的说，所谓的离开父母而做成为一男一女的什么家庭，这不是中华这个所谓的传统文化的常态。传统文化是三代同台、五代同堂，不可以跟父母，不可以离开父母的。OK， 那么因此呢，我觉得这个事情呢，其实我觉得比性平的问题可能还要更严重，我们真的要仔细考量。那么于是呢，如果说一定要把家规范为只是为了孕育下一代而存在，那请问不孕症人是不是也被你扫到了？家的功能非常非常的多，请各位不要认为都是为了精子跟卵子的结合好吗？那么再来呢，就是我很不欣赏的就是放大特写某一些的夸张的画面，比如说这个有一些同志的游行啊，有一些这个露出很多的身体部位的那种画面。当然其实我们台湾社会的好处就是说，你穿很多像我一样也 OK， 穿很少的人也 OK， 那你看得顺眼看不顺眼，只要在法律规范内，我们就怎么样呢，就大家容忍。那么但是呢，就是说这样放大特写是不公平的。请问一下，那个异性恋者肉体的画面还会少吗？不是更多吗？那因此是不是异性恋的婚姻也要禁止了呢？对不对？这个逻辑是不通的。那么至于刚刚谈到这个情欲探索，
我不知道这个情欲探索真的是目前的教科书的主流吗？这我找不到。但是如果说刚才举的一个例子，就是男童跟女童在厕所里面，在互相做情欲探索，哎，那对不起，男童跟女童不是女童跟女童，哎，也不是男童跟男童，那不就是异性恋吗？对不对？那不是异性恋吗？那异性恋有了这个事情发生，是不是因此要把异性恋的婚姻全面停止？所以这个要考虑一下哈，好不好？那么然后刚才我又听到一个很荒谬的消息，说那个你们那个同志经常换性伴侣，哎，他不就是因为不想要经常换性伴侣，所以要结婚吗？那为什么不有成人之美呢？而且异性也有很多人经常换性伴侣吗？那因此有叫异性恋的人不准结婚吗？我觉得我们是不是在讲这些事情以前呢，那个我们的逻辑思考呢，是不是可以再重新整理一下？好，那么最后我真的希望，中世纪的猎巫行动到现在我们回顾起来是人类一个非常惨烈的历史。很多人其实不是女巫，而且即便是女巫，为什么要进入到火刑的台架上？那今天我在台湾，忽然间这一阵子烂都灌爆了，我们要小心，台湾不能再成为一个猎巫的社会。谢谢。好，谢谢扎慧法师的发言。那我们邀请长老教会退休牧师、前玉山神学院教授陈南洲陈教授发言。主席、各位来宾，大家好。我今天出席这个公听会，是因为我相信耶稣基督向世人彰显的是上帝的爱。我相信基督教会应该要学习耶稣基督做和解的使者，要特别关照社会的边缘人、弱势族群，认同他们的苦难与盼望。因此，我认为基督教会要支持同志，要争取婚姻平权。基督宗教里面不同信仰传统的教会对同性爱的理解不太一致，以跟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有宣教合作关系的一些欧美的教会为例，加拿大联合基督教会案例同性牧者，长老教会反对；美国长老教会、美国联合基督教会多案例同性牧者，同性婚姻的牧者；英国联合贵正教会、苏格兰教会最近也通过接受同性爱的基督徒作为牧者，但纽西兰教会不予接受。澳大利亚联合基督教会花了将近20年的时间，还继续在讨论。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从1996年也开始讨论，在2004年也有一个研究报告出来，我们继续在讨论中。基督宗教不同信仰传统，之所以会有一些不同的态度，对同性爱会有不同的态度，主要是因为对圣经的本质和诠释有不同的认知。不过，即使对圣经有不同的诠释，基督徒都认为要在耶稣基督里合一，向世界见证上帝的爱。有些基督徒认为圣经里面有一些经文是反同性爱的，但是也有一些基督徒认为那几处经文有关同性性行为的这一些教导，其实是在特定的宗教社会文化处境里面产生出来的，跟今日所说的同性爱毫无关联。那么圣经的诠释不能够全然依照字面来解释，基督徒若想从圣经得到现代意义，就不能够完全忽视诠释者的社会处境，还有他的实况，还有科学，还有理性，以及诠释者的生命经验。根据这样的诠释原则，我认为圣经中有关反同性性行为的记载，并不能直接适用于反对今日的同性爱。比如说，今天基督教会并没有引用旧约十诫的第四诫，说要守安息日，所以今天基督教会都守礼拜六为安息日。没有，今天的基督教会并没有，因为今天的基督教会已经在我们的实况里面重新诠释圣经。从婚姻的意义来讲，我要引用美国普林斯顿神学院的教授 William Johnson
他的著作来说，他说圣经中的婚姻与家庭在于两人彼此互相需要对方，并竭至以爱为生，无论贫穷疾病健康，同甘共苦，生死不异地在一起生活，所以他基本上是两人互为伴侣，相爱为生，一起共同参与更广宽广的社群生活。强生教授认为同性爱的结合是符合圣经中所说的这些元素，他同时也主张在法律上承认和教会生活中祝福同性爱之结合是有助于同志生活在盟约的脉络中产生，这种主张是有意义的。因为性特质是上帝的创造，性关系也不是为了只为了生育儿女，不过性关系也应当在一种负责任的行为，无论是异性爱或同性爱，性关系都应该是建立在两人互爱的基础上，同时也应该彼此忠实于对方的一种委身。我之所以主张婚姻平权，不只是我从圣经研究的一种信仰理解，这也跟我跟许多同志基督徒相处的一种生命经验。十多年来，我在花莲跟一个由同志基督徒组成的小团体，跟他们一起研究圣经，一起读书，彼此分享生命中的各种经验，我稍稍了解同志的苦难与盼望，其中的一项就是他们不能够公开享受他们的爱与婚姻，他们的生命被现在的婚姻制度给限制给伤害了，他们的苦难与盼望呈现在我的面前，我不能够不为他们发声。社会与教会在讨论同性爱的议题的时候，请我们不要忘记，我们是在讨论人的生命和人的关系，我们不是在讨论东西。在讨论人的生命的时候，讨论人的关系的时候，我们需要有更多的同情心跟同理心。在基督教会历史中，基督徒对许多议题并没有取得共识，但基督教会寻求用对话讨论的方式来相互了解跟尊重。美国浸信会就是一个被认为同性爱是罪的一个教派，一位牧师也是神学家 David Gush， 他在他的书 Changing Our Mind， 这是去年出版的，他说他呼吁所有的基督徒开放心胸，在他接触认识同志以后重新诠释圣经，他从过去抨击同性爱转变为接纳祝福同性爱。我想我们的台湾的社会，特别是基督教会，需要这样子的一种心态，不伤害他人，两人间相爱互相委身的同性爱，在哪一个面向违背基督教的信仰的社会伦理呢？同志实现天生的性倾向，朝着两人相爱相互成全，是以充实生命为目标来迈进，跟破坏关系的残暴不仁、恶毒宰制他人的心意和作为完全不同，这不是很明显的吗？基督教的圣经旧约耶利米哀歌第三章引用现代中文译本第34节、36节是这样讲的：在狱中受折磨，主必关怀；天父的人前被蹂躏，主必关怀；在法庭上被冤枉，主必关怀。我在基督徒反平权、婚姻平权的活动报道中，看见一些反理性的言辞和不尊重同志的举止，我个人深表遗憾，也为基督教会带给我们社会的负面观感深深致歉。基督信仰不反理性，更不凌辱他人。基督徒不可以否认其他人、姐妹或弟兄的尊严，因为藐视一个人的尊严就是抹杀他。基督教有独特的信仰观点，但处在一个宗教多元的民主社会中，基督徒理当尊重
他人的宗教信仰，不主张也不能以其宗教信仰的价值来凌驾其他国民的观点，更不会阻挡社会上少数族群追求平等的权利。有些基督徒不明白或误解，对婚姻平权所带来的影响有所恐惧，但基督徒应该记得圣经有句话说，有了爱就没有恐惧，完全的爱驱除一切的恐惧。承认新巴威独立后，第一任的总统也是卫理公会的牧师巴南卡纳纳，他曾经写过一篇短短的文章，叫做《带给人的自由》，带给人自由的爱。我引用其中的几句来作为结论，他这样说：我若传讲人类生命的神圣价值，却对受压迫的同胞袖手旁观，我就是个假冒为善的人。我若知道在什么情况下当做什么，却没有在当时做它，这就背弃了爱的命令。爱不是从一本书或一个传统来定义，爱不只是理论的好处，爱是人们的实际需要来定义。今天同志同性爱的朋友们实际的需要就是婚姻平权。谢谢大家。好，谢谢陈牧师。我们最后邀请台湾同志咨询热线协会资深研究员吕新杰发言。好，各位媒体先进，各位朋友，各位委员，还有各位长官，我们不知道已经见面多少次了。大家好，我是同志咨询热线吕新杰。谢谢许昭伟，办这一次的公听会。那其实，在陈南州牧师后面，发言，我觉得情绪很激动啊。就是看到一个，老实说，我真的很不希望这一次的推法的运动变成一个宗教之间的战争。我们都知道，宗教应该是与人为善，劝人向善，相信爱的力量。但是其实可以看到，反对方其实跟2013年一样，撒下大把大把的资源，动员几万几万的人，只为了让像我们这样奉公守法、认真念书，我们没有作奸犯科的公民不能结婚。我不理解这个逻辑到底是什么。今天我们在这边讨论的是民法修正案，那我们应该好好来讨论法条嘛。同性恋里面有好人有坏人，跟异性恋一样有好人有坏人。你不会因为一个异性恋他人不好，你说他不可以结婚。那为什么？为什么同志族群就必须一而再、再而三的去解释？我们是有资格进入这个婚姻的体制。很多人说这个体制也不好啊，你干嘛硬要进来？但是有人需要，在台湾这个民主自由的社会，有人需要法律的保障，难道我们不愿意给他吗？难道你们可以看着你身边的同志亲友说，我知道你缴税，你尽义务，你好好工作，你认真念书，但你没有资格，你是二等公民，你没有资格结婚。这样的影响是什么？同志咨询热线从1998年成立，我们将近20年的时间，我们看到许许多多的同志朋友，因为社会上的排除，他否定他自己的人生，他觉得未来没有希望，甚至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我要试问，
让同性恋结婚，会有异性恋去自杀吗？让同性恋结婚，到底会摧毁谁的家庭？我们希望的是建构一个家庭，我们希望的是法律的保障。所以今天回头来看，我们来谈民法修正案，我们不是在谈同志有没有资格结婚，我们来讨论这个法条。尤美女委员的法条就只有五条，没有修改称谓，虽然我们知道，我们都知道修改了称谓，你还是可以叫爸爸叫爸爸，你还是可以叫妈妈叫妈妈，但是我们了解大家的担心，所以民间团体跟尤委员讨论了半年多，已经非常非常希望可以跟社会各界沟通。我们想要的不是去改变谁的家庭，就像你隔壁邻居结婚会改变你的家庭吗？不会啊。同志朋友所需要的只是能够合法的建立自己的家庭，如此而已，这么简单。我觉得台湾走到今天很重要的可以在这边讨论这个事情，是我们一个民主深化的结果。所以我其实非常非常希望，我不想用这个字齁，我非常谴责一些现在在社会各界散布错误的讯息。正确的讯息是什么？同志想要成家，所以我们努力的跟社会沟通。正确的讯息是什么？同志现在就可以单身收养小孩，而且收出养，其实台湾的法律已经有非常明确的规范，需要由社工单位经过非常缜密严密的评估，然后还要询问出养家庭的意愿，然后再经过法院裁定。不要讲的好像什么同性婚姻通过之后，我们同性恋就可以随便到路上拿小孩来养，没有这种事情。异性恋、同性恋都一样，都要经过社工单位严正、严密的评估，成为合格的收养人，然后询问出养家庭的意愿。今天一个出养家庭，如果说他不想要小孩给同志养，抱歉，这件事就不会成。我们这么不相信台湾的法律制度，不相信我们的社福体系吗？这就叫谣言，这些谣言在外面散播开来，这个才是社会对立最重要的原因，最大的原因。不过这么多年来，我们其实看到有非常多的同志家庭已经在台湾出现了。刚刚看到 Cindy 跟 Lana 的家庭，这些家庭他们需要的就是一个可以让他们有继亲收养这么简单的一个法律，可以让一个孩子有双亲照顾，有双亲的亲权，不是有双亲照顾只有单亲的亲权。这些事情其实只有修民法最简单。为什么？尤美女委员的版本，这五条的民法其实里面只有三条是跟同性伴侣有关系的。司法院的那天询答的报告也提到了这个立法技术，从971(1)可以平等适用这样子的概念，其实是非常非常节省社会成本的。那我们如果重新另定专法，它不但隔离代表不平等，不但你要一条一条去看同性伴侣跟配偶到底哪些互相适用，哪些不适用，耗费社会成本之外，他其实还从国家来证明了一件事情。为什么要立专法？就是你同性恋是次等公民啊，你们没有资格跟我们异性恋一样使用同一部的法律，同志团体不会接受。
更何况现在专法案内容是什么？没有人，没有人拿出来谈。所以我希望社会各界讨论的时候，我们可以客观的、清楚的，就大家疑虑的地方，我们来做讨论，停止散布谣言，停止引发各界的仇恨。我觉得这个是台湾民主社会最重要的一刻。谢谢大家。好，谢谢吕研究员啊。好，那在这里我们先跟大会这边做个说明啊。我们第一轮的发言都已经发言完毕了，那有很多的代表希望有第二轮的发言。那我们在这边呢，我们前面有一个登记单，如果你们希望做第二轮发言的，是不是可以待会在前面这边来稍微登记一下，我们可以好整理时间。那我们在这里先休息五分钟，待会回来呢，我们会先邀请各机关的代表来回应，以及各级的还有我们的立法院的委员来做发言啊，谢谢。
好，我们现在继续开会，我们请各位回到位置上。好，那我们这个阶段呢，我们先邀请各机关的代表来回应啊。首先，我先邀请法务部政务次长陈明堂陈次长来回应，谢谢。主席、各位委员、各位学者专家啊、各位女士、各位先生，那今天法务部奉邀列席这个司法及法制委员会有关于召开本次的同性婚姻修法的公听会。那虽然我没有全程在场，但是我在办公室还有在外面开会，我有看我 APP 跟办公室的电脑，是有绝大部分的发言我有看。基本上呢，透过这个公听会能够对于不同意见来提供相关的这个不同看法的见解。那法部呢也是认为说，透过对话来彼此了解呢，对于修法、对于法治的进步呢是有帮助的。那我们有书面的资料，我就不再重复。那基本上呢，我们法部对于同志啊，就是说对于婚姻平权这个的应该要保障的看法，法部呢认为是应该要保障。那今天的公听会呢，我看不管是赞成、反对的学者专家们，对于说要保障这个字眼呢，应该是有比较大的共识，保障。那问接着下来就是要如何的保障方式，那到底是在民法里面修法，还是今天也有学者专家提出来说要制定特别法、制定专法，等等呢？当然有不同的意见，我们也听到了。那法务部呢，对于定法修法呢是没有，目前为止是没有特定的看法见解跟立场，我们是听听大家的意见，当然也尊重委员的意见。不过呢，立法、修法、定法到底呢都是一个长治久安的事情，所以呢，简单的立法有简单立法的好处，详细的立法有详细立法的好处，当然呢都各有缺点。这一点呢，在法制作业上面的话呢，法务部即民法的主管机关，或是民法特别法的主管机关，那我们呢，对这方面的话，也要做深入的这个来探讨。那从上个礼拜，正式的对于法条的询答，还有这个今天的公听会，当然下礼拜还有公听会，这个方面的话呢，法务部呢，对于相关的呢，我们表达的是说，过去我们主张，我们比较倾向于主张的是说，先定这个同志办理那个办理法啊、办理法。那现在也觉得说，大家如果认为说办理法这个就是专法的部分的话呢，那是不是说保障不足？所以要不要进入到婚姻法等等这些同性办理法、同性婚姻法？那当然我们也采取的，过去我们不是没有做事情，是也在做。各国的研究呢，目前承认同性婚姻的有23国，那其中南非、以色列两国呢没有先采取办理，也就是说呢，23国里面呢，有21个国家是先从办理，再经过社会上的这种的大家的磨合以后呢，再进入到婚姻，那这个法务部呢，基本上呢，从这个立场来看。来开始呢，是支持多元平等价值啊、那最后的问题呢，存在于说采取何种方式的立法方式来保障啊、法务部表明立场还是尊重大众的意见，尊重学者专家意见，也尊重委员的意见。那接着而来的话呢，法务部呢也要深入的去检讨、去探讨到底怎么样立法方式比较妥适，怎么样的方式对于整体的国家社会的发展，还有包括在婚姻平权的前提之下，对于我们同志朋友们，甚至于说有的还有进快步的话，就是非婚伴侣等等这些的话呢，要到底要怎么样能够达到真正的保障，让整个的社会能够呢大部分的接受，我们都不敢期待说有。那个全部的接受，有大部分的接受呢，
对于国家或是社会的冲击会比较小。目前我们法务部呢也已经先发函给各机关，各机关对于说如果采取这个制法修法的方式，就是以委员版的话呢，那对于法规法制的冲击会如何，我们各机关呢还没有答复我们，这一方面呢法务部呢是在进一步在做探讨。那最后呢我们还要表明我们立场，说任何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那怎么样采取各种方法来修法、立法、制法来保障呢？法务部都是尊重的，那相关修法的这个影响呢，我们要认为说要有整体性的或是配套性的准备，台湾来以其完善，避免冲击，那法务部对后续婚姻平权跟相关权益的保障法制呢，会做深入的探讨跟检讨，那希望呢我们的法制能够整体完善，谢谢大家。好，谢谢陈次长，谢谢。那我们接着请司法院秘书长吕太郎，吕秘书长。主席、各位委员、各位学者、专家，还有各位来宾，那么以下呢，仅就这个今天公听会所提出来的四个讨论提纲表达司法院的意见。那么第一个呢是关于这个婚姻平权呢，到底要用什么样的立法模式哈？到底是用修正民法，或者是用另立专法的方式啊？那么各国的情况啊，刚刚法务部陈次长也跟大家说明。那么我们认为采取什么样的立法模式啊，各有它的优劣啊，政策如何去评估啊？基本上我们尊重这个主政的法务部的最后的评估，还有大院的决定。那么关于第二点呢，就是说这个如果以这个司法委员会啊，在11月17号审查的部分条文修正案来看的话，对现行法制的整体的影响是怎么样？那么会不会冲击相关的法律？那么在审查会的时候呢，我也提出司法院的报告跟看法。那么在委员会所提出的四个版本当中啊，当然以尤美女委员的这个版本冲击较小啊。那么也就是说，它是在限制的这个异性婚当中，那么让同性婚也平等适用，那么相关的条文变动的比较少。那么在立法技术上面，如果比起这四个版本来看，这个立法技术是比较方便可行。那么关于第三个问题，就是说关于同性婚姻合法化的议题啊，那么涉及到许多层面啊，那么能否在支持或反对者之间呢，摸索出彼此共存的空间？那么我们的看法是说啊，这个应该是可以。以台湾现在多元化民主化的情况来看呢，那么应该可以摸索出这样的一个空间，不但是应该而且可能我们也非常的期盼。那么譬如说我们这个贵委员会啊，召开这两次的公听会对促成这样的一个结果呢，一定有非常大的帮忙。那么关于第四个问题，就是说同性伴侣如果获得法律上地位以后啊，那收养子女呢，如何处理，会不会呢有违这个子女最佳利益的这样的原则？那么如何透过修法来保障？那么因为呢在现行法还有世界各国的基本的观点呢，在收养子女里面呢，最核心最重要的是以子女的最佳利益哈，养子女的最佳利益呢作为考量。那么什么样的情况呢才是养子女的最佳利益呢？它是一个比较概括的条款，那么要按照每个个案的不同呢个别来判定哈，因为每个这个收养关系哈，他的养父母子女都不一样。那么一般呢可能比较被注意到的，譬如说养父母的年龄呢、职业呢、保护教养的态度啊、亲子能力啊、背后的资源的系统啊、经济能力啊、健康状况等等等等等在内啊，那么这个是要综合的来观察。那么在我们一般的这个法院实务上面呢、
要不要认可收养呢，还要经过事前很多专家的评估啊，所以没有办法用一个很概括的条文，当然也不可能说在条文里面特别就同性婚是不是不适合收养，或者是同性婚最适合收养啊加以表达，这个仍然要回归到收养关系的最核心的问题，养子女的最佳利益。所以在司法院的观点呢，在法律上面呢，不会构成制度上特别的问题啊。以上报告，请大家指教。好，谢谢李秘书长。那卫福部有个书面报告，卫福部是不是简信荣简组长需不需要来报告一下？不用哈。好，要吗？那请他说明吗？好，那是稍等，嘿，我们待会对，因为哈，是。那教授，好，谢谢您啊，谢谢。好，我是这样，好好，谢谢你啊，谢谢。我想这样好，那个我们公听会这次的发表的我们的讨论提纲非常的明确，我们并没有讨论是否有违宪哈。那如果您觉得是不是应该要讨论到违宪的课题，那个可能不是我们今天公听会的重点。我们今天公听会的重点还是把我们所有的提纲能够让每一位委员来发表哈。那我们接着还是请卫福部来做报告。好，谢谢。主席，还有委员，还有各位先进，大家午安。那今天卫福部跟我们有关的议题是有关于讨论提纲的第四个孩子的一个收出养啊。那就我们的报告里面事实上收出养原则上是依着民法的规定，还有我们儿少福利权法的一个规定，所以现在的一个制度是建立在所谓民法的规范之上哈。那如果是同志身份的民众，他只要符合民法跟儿少法的相关规定，他是可以办理收养的。只是现在的民法规定收养共同收养是要以婚姻关系为前提，因此同性伴侣他没有办法比你配偶办理共同收养或者是继亲的收养，他只能办理单方的收养。那不管是未来我们法务部是要来修民法或者要制定同性伴侣法那只要是跟收养有关的议题，我们原则上就是配合办理那现行我们在收养上收养孩子的一个程序是非常严谨的，一定要先评估这个家庭的孩子他有没有出养的必要性，做了出养必要性的评估之后，我们有一个非常严谨的收出养的一个申请的一个流程那也会做收养人家庭的一个适合性的一个评估，整体综合考量收养人的一个年龄、收养的动机、身心状况、经济能力、教养的态度跟能力，来综合性的评估。那我们委托所谓的儿童福利的媒合服务机构来做这样的一个访视评估报告之后，会把它交给法院，那由法院最终来裁定认可。因此在整个收出养的一个程序上我们是秉持着儿少最佳利益的原则来做处理，也如同刚刚司法院的长官所报告的他还是目前以整个儿少的一个最佳利益为衡量的一个标准。那至于目前同性伴侣跟他的子女已经有共同事实生活事实的部分，原则上因为他是有所谓的一个亲子关系，所以他的子女的权益跟一般的儿童是一样的，都受儿少法的一个保护那也如果有需要的话，他也可以获得家庭相关的一个支持性的一个服务或者相关的一个资源。那以上是卫福部简单的一个报告。好，谢谢简组长。那我们其他各机关代表有没有需要口头报告的？
好，那我想，我们今天呢，特别是由司法法制委员会所召开的，我们还会有另外一场由委员所召开的公听会。那这两场的公听会的意见呢，我们希望各单位出席的可以把每一位专家学者，包括立委所发表的这些的意见呢，能够带回去贵部参考。那未来呢，法务部我想很快的会提出一个伴侣制度的报告，我们也希望其他各单位呢也能够一并来做说明哈。那我们接着先邀请我们本会的委员许玉仁委员发言，时间是五分钟。主席还有各位委员还有各位专家学者还有媒体朋友，大家午安。我想今天在这里我也听了一整天，然后我想在这个议题上因为我自己也有提案，所以我特别也关注。那这一两个礼拜其实受到各方的这个意见的表述，我都非常客观的去看。那我们今天在这边讨论的就是说听到两边的一个讲法，就是说对于宗教观或者是价值观这两面的表述，我想这个是河水和海水，河水有一天会流到这个海里面，我们能够等到那一天来到吗？还是我们真的是在双方可以越走越近，还是这两个地方我们永远没有一个可能的交集呢？所以我今天要说的是有几个我一整天听下来的几个感想。第一个是我想今天大家反对婚姻平权法案的一个论点是说保障的问题，那有说保护自己的权利或是保护这个原本这个捍卫原本家庭价值的权益，那又讲到说因为修了这个法会侵害到原本或是某些这个家庭的权利。我想要提出一个观点是说，我们是不是在论述保护我们自己权益的时候，我们已经把别人排除在外了？那是不是我们在论述这样的保护的过程中，我们已经把我们的眼睛蒙盖起来，把我们耳朵捂起来，不去听不去看周遭可能在我们的家庭工作场所还有社会的角落都有可能的现象？我今天早上也听到有专家学者提出一个数字，说同性恋在这个社会上是少数，那的确是少数。那如果同性恋是少数，那请问一下，他们不是应该更受到保护吗？如果我们的法律是为了平等，为了人权这样子的一个普世的价值去制定，那么我们在思考保护自己权利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应该把双臂张开，让那些跟我们不一样的人也可以被纳入呢？第二个我想谈的是我们不要被自己的恐惧的思考给蒙蔽了，我们不要自己让自己害怕，我们不要自己吓自己。这一个修法的案子出来之后，有人说父母不会再叫父母了，夫妻不会再叫夫妻了，然后以后都要改叫双亲一双亲二。我要提的出来的是，你在家里会叫你的母亲妈妈，会叫你的父亲爸爸，应该不是因为你去翻民法972条上面因为他这样写所以你这样叫吧。家庭的组成是基于爱，是基于亲情，是基于没有条件的爱。如果这个没有条件的爱是建构在相同的性别上，那这个家庭可以去圆满的组成。我们为什么要让法律条文变成我们的枷锁呢？家庭是源自于彼此情感相连结的一种重要的联系。如果今天制定这个法律要把我们困住，那这个法律反而变成了伤害别人的一个武器。那也有专家或者是官员跟我解释说，如果改了这个称谓的话，可能后几代这个父母就不会叫父母，因为这个时代的人都还是会遵守这个伦理规常这样叫，可是后几代如果都有同志的话，那以后就不会再叫父母呢？请问一下，如果未来的我们说五代好了，这个社会上会全部都是同志吗？
我想以科学、以基因、以任何的迹象显示，这个世界不会只有单一的物种和性向的存在。所以说，什么几代以后，父母就这个名词就会在人类的历史上消失，这个是 nonsense， 这是无稽之谈。第三个，我要谈的是政府的态度是什么？同志的议题在台湾已经将近二十年了。第一个申请释宪的戚家威先生，各位如果去查网络上的文献，这个是民国七十几年、八十年左右的释宪，到现在已经将近二十几年了。其实我们台湾在面对同志问题，就好像是在房间里面的大象，大家都看得到，大家都不愿意谈。如果我们今天没有办法好好的凝视这个历史的话，我们自己在欺骗自己。有人说为什么我们不立特别法？有人说为什么德国是立特别法，我们不能做呢？我跟各位解释，德国没错是用特别法，他用同性伴侣法。各位知不知道，用同性伴侣法是没有办法解决生死关键时刻的判定。如果你今天你的伴侣是同志的话，他快要死了，然后他在病床旁边，你是没有办法签他可不可以拔管或是要继续急救这样子的一个决定的。德国今天因为这个同性伴侣法付出非常大的社会资源，非常高的司法资源，现在有超过300个案件在德国的最高法院审理，因为同性伴侣法没有办法解决生死判断。那请问一下，如果你的两三代后，你的孩子他刚好是同志，然后呢，有一天他面对这个这样子生死关键时刻，请问你要交给一个没有办法决定他生死的伴侣吗？还有法律上的保障，我再讲一个。法国有人说他们也是循序渐进，先立一个特别法，然后再慢慢的走到这个基本法的修法。法国就是因为立了特别法之后，发现没有办法解决这些实质的问题，到最后他们还是要走到基本法的修法。好，谢谢。我最后想讲的是说，我们有没有勇气去凝视这个事实？我们有没有勇气去面对这个问题？谢谢。好，谢谢徐委员的发言。我们接着邀请黄国昌委员发言，时间一样五分钟。非常感谢哦，今天这么多的专家学者，那还有关心有关于婚姻平权要修正民法还是制定特别法，很多团体啊的代表到院里面啊提供高见，那能够作为我们在立法上面啊的参酌。我早上因为要去基隆关啊去看我们那边有关于食品查验实际上面的能力啊，作为评估开放日本辐射产品，我们到底是不是有确切的能力可以执行啊？所以早上没有来。那不过上午完了以后，我下午啊就赶来啊，坐在那边很仔细啊聆听正反双方啊不同啊的看法。那老实说啊，关于婚姻平权这件事情，不管是我个人的立场，还是时代力量党团啊的立场，我一样在这个会议室做法案的说明的时候，我想我已经表达的蛮清楚的。那不过尽管是这个样子啊，今天来参加这个公听会，其实对于我个人来讲，我还是觉得获益啊良多啊。虽然我听到的一些，譬如说像我今天才发现我的器官的主人不是我自己的，是对方的，然后承认同性婚姻有可能会导致性解放甚至世界崩坏这样子啊的论点。那不过对我个人来讲，可能在更对于自己之前所抱持的立场更加确信以外，那我也更深刻啊的体认到，就是说这些言语啊之所以可以被传播，其实都是因为我们这个社会啊，这个国家，我们对于宗教自由、对言论自由啊，已经提供了相当啊的保护了。
那当然在实质啊的内涵上也让我看到了，或许不同的宗教在面对爱、包容、尊重这些价值的时候，有不一样的看法跟层次。在同一个宗教里面，面对爱、尊重、包容这些价值的里面，似乎也有层次啊，不一样的表现。那这些不同宗教内涵的表现啊，可能都会影响啊每一个人对于这些宗教信仰他们核心啊的看法跟内容。我大概比较，今天我大概整个听完了，我大概比较能够理解啊，就是有一些反对修改民法的朋友啊，他们事实上一直在讲的一个观念呢、啊，是婚姻的这个概念，他希望是一男一女专属性的权利，就只有一男跟一女可以拥有啊，其他的不可以，不管你要叫他什么样子的名称。那这样子的观念其实不仅仅呢是让我想到了说，以前女权主义运动者当还只有男人可以投票的时候，我们男人很聪明啊，想了一坨拉骨的理由啊，说女人为什么不能投票，那如果投了票，这个世界啊会变得怎么样。那过去的那些困难我们的前人克服了，那让现在我相信女权平等的观念啊已经成为一个普世啊的价值了。也让我想到啊，刚刚有一些学者啊所讲到的，以前黑人在争取平权的时候，白人啊所讲出来的话，你们跟我们不一样，我们有的权利你们都有，但是请你们不要跟我们站在一起，隔离，但是却平等。那这样子一个歧视的年代，在很多人共同的努力之下也走过来。今天早上我不在，但是我辗转从媒体的报道上面啊看到说，有先进认为啊说，我们如果要保障视障者的话，也不需要在所有的人行道上全部铺满了引导的视障端。但是我自己感受到的是，这些朋友啊，他们没有要求要在整个人行道上铺满视障砖啊，他们要求的是这个人行道我们大家一起走好不好，我也只希望走在这个人行道上，不要把我赶到马路上，也不要把我赶到暗巷里。我对这些今天的讨论特别有感触啊，我昨天晚上刚好跟来自于丹麦社会民主党负责外交事务的一个朋友，我昨天晚上跟他吃饭，他自己本身就是一个同性恋者，那他的爱人他的伴侣是一个台湾人，因为台湾并不承认，所以他的伴侣现在跟他选择住在丹麦，因为只有在丹麦他们才能够享受到那样子一个制度性的保障，他们很担心如果他们生活、啊、是在台湾的话，接下来他们两个要怎么样相互扶持，相互走完这一生。那我可以很负责任的跟大家报告，我从不管是这位丹麦社会民主党的朋友，还是从他台湾的伴侣，我在他们的身上其实我看不到今天在公听会上所描述的那么恐怖的现象。我也可以跟大家报告，他们绝对不是蟑螂，他们所展现出来的包容，他们所展现出来的尊重，我相信就像跟我还有很多其他异性恋的朋友是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好，谢谢，包容他们吧，谢谢。好，谢谢黄委员。那我们请尤美女委员发言。主席，还有我们所有在场的委员及所有今天与会的专家学者，还有民间团体的代表，
今天聆听了一整天，那当然我们也听到各种正反的意见。那其实刚刚两位委员也讲得很好。那当然这里呢，其实我要在这里再一次的澄清的啊，就说本席所提出来的版本并没有去改变异性恋的婚姻的结构或是内容。那所以呢，我的版本并没有说从此以后父母就会消失，夫妻就会消失，不会的。那如果说大家对于972条所谓的婚约由男女双方当事人订定，把它改成由这个双方当事人订定，大家会担心说男女就消失了，那没关系，我们可以把它放回去，我们再加一项，就是说同性婚约由双方当事人订定。那这样子的话，所有异性恋的东西全部都没有动到，所以呢，大家不用去担心。就像刚刚黄国昌委员所讲的，同志伴侣、同志朋友们，他们只想要给我这一条人行道，我们可以一起走。我没有要把所有的人行道占满，所以异性恋的朋友们，其实你真的是不用担心，您真的是过滤了。您真的是把一些不存在的事实拿来吓自己。那在这里呢，也刚刚也有人提到说，那对于收养子女的部分，其实刚刚其实不管是我们的司法院或是我们的卫生福利部，其实都讲得很清楚，关于子女的收养一定要经过这个所谓的民间的团体的一个社工的一个访视报告，然后法院的认可裁定，同时呢，为孩子呢，还有所谓的程序监理人来为他讲话，所以有这样三观的保障。除非你觉得说我们的社工不可信，我们的法官不可信，我们的程序监理人不可信，只有你自己可信。所以呢，同志的婚姻，同志的，如果收养孩子的话，对这个孩子是不利的。那如果不是的话，已经有三观在把关了，那各位在担心什么？所以我们只是要求说，在这个所谓的收养或是在这个认定的过程，不要因为他是同志而有所歧视。因为在目前这个我们的整个一个这个性别的一个概念呢，其实大家还有很多的一个抗争。虽然我们的性别平等教育法已经通过了十几年，但是我们的性别平等的概念并没有落实，所以我们才要在法条里面特别去把它标示出来而已。所以说实在的，我不觉得说今天我们只是动了三条跟同志有关的这样的一个条文，而事实上对异性恋是完全没动的。那我为什么要这样的修改？其实我们知道说，我们所有的社会的权利全部都是经以家庭为单位，而家庭是经由婚姻而来取得。所以呢，只要你没有拿到婚姻的权利，你不是配偶，你就相对的不会有婚姻的权利，不能够享有婚姻家庭的权利，不能享有继承的权利，不能享有社会权。所以呢，今天我只要在枢纽的地方让他们能够结婚，他能够享有配偶的权利，那所有的继承权、所有的社会权他就当然享有。所以呢，并没有如法务部呢所讲的说必须要去修改300多条的条文，因为我的枢纽一动，所以他享有的配偶的权利、父母子女关系的权利、继承的权利、社会的权利全部都享有。那当然在这里一个前提，当然是大家是不是认为同志应该跟我们享有一样的权利，我想这才是根本的核心。那对于这样的一个核心，如果大家一直觉得说同志他就是次等人，他就不能够跟我享有一样的权利，那这就是 yes or no 的问题。那如果是这样的一个问题，我想公听会再办多少场，结果还是一样。那如果大家今天有一个共识说同志跟我们一样，他们都是一个真实的存在，他们都是一个人，他们都跟我们尽一样的义务，缴一样的税，服一样的兵，然后尽一样的义务，他们应该跟我们享有一样的权利。所以呢，所有的这些制度他们应该跟我们一起共享。那如果这样是一个共识的话，那再来我们要去讨论的就是说，好，那形式是怎么样。所以有人提到说，那你就立特别法好了。虽然这个部分呢同志团体不同意，但是在这里呢，等一下会有二轮的发言，我也请主张定特别法的朋友告诉我，你所谓的特别法的内容是什么？是同志伴侣法、伴侣法，还是同性婚姻法？
那请你把它讲清楚，那同性婚姻法到底内涵是什么，那请你讲清楚，那我们希望说第二轮的时候能够把这个部分澄清，谢谢。好，谢谢游委员的发言，谢谢。那我们接下来第二轮的发言，因为人数也非常的多，我们没有办法给各位太多的时间，每一位是三分钟的论述。那我们在这边还是要重新提醒一下，我们今天的提纲也定得非常的清楚，如果各位可以针对我们提纲的内容来做出具体的论述跟建议啊，我想这个对我们的公听会会非常的有帮助。那我们接着邀请许慧珍主任发言。抱歉哈，我们那个麦克风，桌上的麦克风，请帮我们按一下，不是在桌，谢谢。哎，那个警报还没开始，这个不能计时哦，来不及。可以，我们时间可以暂停。哎，刚刚有请人帮您代操作吗，徐主任？警报。哦，我接着把刚才没讲完的继续讲。本会主张家庭是爱的学校，下一章。真爱并不是用语言、文字或一般教育就能习得，只有通过生活才能完全的领会，下一章。好，下一章，下一章，下一章。父母对子女最重要的责任不仅仅是外在的养育，更在于必须为他们提供真爱的生命要素，使他们拥有完整的灵性，能够成就自己并贡献社会。家庭为何如此宝贵的理由就在此。下一章。好，下一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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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家庭当中必须有父母、夫妻还有子女，不仅如此，周围还要有亲戚。当通过与亲人的互动感受到各种情的流动的时候，才会觉得幸福。下一章。好，下一章。家庭虽然小，但是扩大来看却可以代表国家、代表世界，甚至代表天地。好，下一章。通过家庭生活，我们可以借此爱的经验而去爱所有类型的人。如此一来，男性知道如何去爱全体女性，女性也知道如何去爱全体男性。这种彼此相爱的世界，不就是更有价值的理想世界吗？所以家庭就是扩展理想世界的教育场所。好，下一章。好，接着，为自己而活，这个出发点并不正确。我的生命是为了父母而延续，丈夫的生命是为了妻子而延续，妻子的生命是为了丈夫而延续，人的生命是为了兄弟、为了国家而延续，人的出生是为了他人、为了世界。好，接下一章。好，下一章，下一章。必须在全世界缔造可以从家庭开始歌颂理想，从家庭开始建设和平，从家庭开始高唱爱和幸福之歌的基础。否则即使梦想着幸福理想世界，那也不过是一种痴心妄想。依循国家公共法理而生活的家庭越多，国家就越繁荣；按照个人基准而生活的家庭越多，国家就越衰败。所以家庭教育可以左右国家的命运，决定能否得到福泽。所以我们不同意同性婚姻入法，原因在这里。其实异性也是要来维护这个婚姻制度，大家都要一起来努力的，并不是异性就可以随便改变这个婚姻法，比如伴侣啊、多批啊，那个都是不行的，这是我们的观点，谢谢。好，谢谢徐主任。我们接着请廖金和召集人发言。大家好哈，那个学姐尤美妮啊，你好。好，你是我一直很尊敬的台大法律系的 学姐哈。那我想要就是说，现在我是段奕康所说的凡人，那我现在讲凡人的心声给你们听哈。我听到了学姐说那个972可以把它放回去，只修971之一都不动。但是那天我们的法务部也是我台大的学长邱泰山部长说，哦，没有那么单纯，要动112条，还有要动这个356，加一拖拉库就400多条。对于我们百姓来说，啊，我是要听到这边的，
为什么要办公听会？为什么好、哦、要要求三十场公听会？全国走透透，我感觉咱的政府、咱的国会有责任来甲咱百姓讲清楚。大家有这个疑虑、有恐慌，你袂使怪百姓。你即摆即运动完全执政、完全负责，你就完全说明，你讲对不对？大家讲对不对？我今天要讲的第一个重点，学姐，我要提醒你，这个法案，我形容的是由美女 1.0 版加 2.0 版，三个版，来到做主会。我咧想讲吼，这个黄国昌委啊，个迄个许议员委，你是无够认真。讲实在，这三个版本，学姐由美女的版本上认真。因为它有升级，你两个版本无升级，还在 1.0， 那个已经过时了。你们有没有想过，所有的这些名字改之后，那我请教一下，宪法第七条男女要不要改？宪法的征修条文第十条的第六项，那个讲得很清楚，两性的实质地位啊，公来公去。规个宪法，讲到性别，讲到家庭，大好公民要讲啊！这个哈、哦，制度性的保障就是一男一女啊。所以你今麦，你今麦要讲同性婚姻合法化，我不管你要来改，这在价值上，在价值的本身，它就是不相等的。所以这个是不等的，而且。你现在这里要同性合法化，这涉及到一个程序问题，宪法的程序问题，立宪主义的程序问题。我们的立宪者，我们的修宪者，36年的南京的，80年台北的，都讲到性别都是两性，所以你现在要同性合法化，它涉及到一个更高层的需要修宪。我相信你对会使蒙林先生已经要做大官。好，谢谢廖召集人。好，那我们接着请。我有提出哈具体的法案，在我的材料里面有同性伴侣法的草案，也有这个同性保障法草案。召集人，谢谢啊，谢谢。好，我们接着请许秀文理事长发言。主席大家好哈，那我想有几个重点强调一下。第一个就是为什么？我们坚持应该要实现婚姻平权，并且借由修民法的方式，而不是另立一个特别法。我们这里讲的特别法是说同性伴侣法，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知道，事实上个别差异是大于就是群体差异的。哈，非常多希望把同性伴侣隔离开来立法的人，他们的论述里面非常显著的是在夸大同性伴侣和异性伴侣的差异。我们要说真正实质的差异是什么？如果同性伴侣跟异性伴侣作为一个群体，真正唯一的实质差异是有没有所谓自然生殖的可能性，自然生育的可能性。好的，如果这是唯一真正实质的一个差异，我们看看对于不孕的异性恋夫妻，结了婚的不孕的异性恋夫妻，我们的法律制度如何处理？我们给他们人工生殖法，让他们可以借精或是借卵生下他们的孩子，而且我们的人工生殖法给借精借卵生下来的孩子，我们怎么规定？我们说视为婚生子女。所谓视为婚生子女，在外国的很多立法例叫做 legal presumption of parentage。 那这个状况也就是怎么样建立孩子跟家长的亲子关系，在已经允许婚姻平权的国家，包括英国，英国是2008年婚姻平权还没通过的时候，就已经让女同志配偶可以跟孩子有这种法律上的拟制的亲子关系。然后，譬如说通过同婚的国家，包括比利时、荷兰，也都有对于女同志配偶有这样子的亲子关系的一个规定。所以呢，在这里我们要强调的就是说，不要再夸大所谓同性配偶跟异性配偶的差异。第二个，我也要说，如果我们就是
要那么坚决的想要把同志的配偶、同志的伴侣隔离开来，不可以使用民法的制度。说到底，其实是把同志当作不正常的人。说到底，其实是要用一套特别的制度来验证、来确认、来强化我们社会里面、文化里的恐同，去强调我们对于同志的厌恶跟排斥。而我们知道这是不应该的，因为同志不是病，同志是一个公民。再来，我也要说，称谓一直都是假议题，三个版本事实上都不影响日常生活里面所有异性恋家庭，甚至也不影响户政登记上面怎么样子称父跟母，这些都是非常技术性的问题。因此希望大家区分三个层次的问题：法律用语、户籍登记跟生活用语，不要再混为一谈。谢谢。谢谢徐理事长。接着请陈志明发言人来发言。谢谢。不好意思，这个麦克风对个子高的人有点不友善，所以我会一直呈现趴在桌上的状态。我想用比较轻松的态度哈，让大家来思考这个议题哦。刚才蛮多先进都有提到，就是收养小朋友的事情哦，就是会有很多的疑虑，甚至会问说，如果小朋友有一天他突然想到，然后他会抗议说，我不要我的父母是同志，那怎么处理？好，我想这个问题。我想是一个忧心啊，但我们把这个问题，我们先把它移到异性恋来问哦。就是如果说有一天异性恋的夫妻他收养了小孩子，突然问了说：“哎，我不喜欢我的父母，我不喜欢他们的经济状况，我不喜欢他们的长相，那我要怎么处理？”如果这个问题一旦被提出来的时候，大家都会反应是说：“啊，这跟他怕我戏，你知道？”就那种反应是不一样的。但是在这个议题上面，我们在讨论同志的时候，大家就会把这个错怪罪在同志父母身上。我觉得在思考上面，大家在一个想象上面是有落差的。那我们今天在讲很多的东西，其实又在讲说我们在思考的是一个未来对于法律修改的一个未来想象。今天的讨论让我想到，大概15年前网络还没有很兴盛的时候，很多长辈对于网络的那种恐慌感，他会发现自己的小孩在房间里面会讲话，他会发现自己的小孩在家里会对着荧幕谈恋爱。他们没办法想象这些是什么事情。那当网络上开始人家讲说啊有病毒在泛滥的时候，他会跟他讲赶快装防毒软体，要不然你会感冒。就是这种错误的想法会让他会对这种事情有恐慌的。但是这种事情开始进行之后，我们慢慢会了解、会懂、会知道这些东西其实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个样子。所以我要说的是说，在讨论过程里面，我有发现大家对于这个同志的一个想象其实是不一样的。你会想象他是一个跟你不同的人。但是如果你试着去了解、去懂、去接触同志朋友，你会发现他跟你没有什么不同。他除了他在喜欢的人、他的选择跟你不一样之外，他所做的任何事情没有少，他都跟你一样要缴税、要会去爱人。所以这些东西，我觉得大家可以去思考，然后把自己的恐惧放下来，然后我们要勇敢的来试试看，让这个东西可以进行。谢谢大家。谢谢陈发言人。是。好，那个张秘书长是否同意？可以哈。好啊，那我看就对调一下好了，好不好？因为我们刚刚又是有用登记的部分，那就请我们请雷倩这个召集人来发言，谢谢。主席大院的各位委员、各位先进、各位学者专家，刚才因为我在听到说陈志明先生对于早上我列举的研究呢有一个误解，所以首先我要澄清一下，那个研究无论是在101年或者是102年的两次呢，都不是针对基督徒群体，它是全国的 RDD sample， 也就是在6都和全国的各乡镇区用县市作为父母体进行分层的随机抽样，同时我们也做了户内的抽样，多次的回播，所以我们所举的例子，其实它的目的是要代表台湾的家庭其实有非常多元而且包容的态度。可是在婚姻家庭中间呢，也有明显的社会期待，它并不是只对单一群体所做的研究。那么因此我就程序上午所讲的，根据我们对于目前对于这个议题的各种不同的态度，
以及我们修法上面也有不同的主张，譬如说你要动或者是不动民法架构。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有三个未来修法的建议，包括各位所关心的对于子嗣的安排。第一个呢，是社会不同群体间必须要理解对话，但是国家也必须要保障全体人民的言论和宗教自由，不应该用政治正确的方式让少数的人被多数的人霸凌，或者是多数的人被少数的人霸凌。那么在重大制度改变中，我们还是认为要用最小冲击达成最大保障作为原则。也就是说，我们时常在问可不可以改，是不是改，我们事实上该问的是怎么样改才是最好的方式改，什么样才是最小冲击的方式达成最大保障的原则。因此在我这么多年来，包括我在美国工作跟美国人权团体工作的这些经验里面，事实上每个团体中间都有各种不同的态度。我们还是认为我们必须要明确的去区分同性恋群体的不同诉求。各位今天所听到的，包括收养、结婚、继承这些的痛苦是真实的，这些同性恋者的权益的受损部分，他们需要立即及时的保障。譬如说继承临终医疗同意跟共同收养这些，我们真的是认为事不宜迟，要赶快的去做处理跟改善。但是我们同运团体的修法主张，因为它有些不同的层面跟层次，有些真的严格的冲击到婚姻家庭制度，包括了同婚合法化、伴侣制度、多元成家这些美好的名词，事实上跟国外所使用的意义有很多的不同。因此我们才会希望，因为政府有完整的幕僚作业体系，希望让这个修法的主导权能够回到行政部门，尤其是法务部做完整的评估。至于损害他人权益的部分，像极端的性解放的主张，我们认为如废除刑法227这种对16岁以下儿少保护的呢，社会还是要有绝对绝对的共识以后才能做。最后就是一个非常良心的注意跟提醒，虽然我们今天讨论了很多关于收养，甚至我们已经触及到人工生殖跟代理孕母的部分，但是首先无论我们设计什么制度，对于忠诚义务的要求应该还是明确的。好，只有忠诚的两人，谢谢，国家才应该给予制度的保障。好，同时对于孩子的权益，谢谢，包括因为他们没有选择父母的自由，因此对于他们的抚养义务跟不可以任意有否认之诉这一类的制度设计呢，谢谢，也是我们认为未来收养、未来在修法的时候必须要极为关注的部分。知识起大，请大家仔细考量。谢谢大家。谢谢，谢谢雷召集人所提供的意见。我们接着啊，谢谢，邀请吕新杰资深研究员发言。好，各位好，同志咨询热线吕新杰第二次发言哈，回应一下刚刚雷召集人的一些发言，我从其实觉得蛮开心的哈，听起来并没有非常反对这个同性婚姻的部分哈，我们今天修改的是民法，所以常常坊间谣传的说会不会有刑法227啊哈等等这些东西哈，这不在我们这次的修法范围之内，我相信大家都了解。然后再来是呢，所以我们修改的是民法，所以跟目前的异性恋夫妻是一模模一样样。所谓一模模一样样，意思就是这叫单一配偶制，好，没有多批，好，没有可以交好几个，然后也没有说可以有小三、小四、小五哈，性中争义务哈，想必是跟现在的异性恋夫妻是一模一样，包含是互相抚养的这个义务哈，包含是所有现在异性恋夫妻婚姻当中有的这个责任义务哈是一样，同性恋同志群体。我们不是要求一个特别的法律，我们是要求一个一样的义务。当然，享受这个国家所给予的保障，就要付出一样的义务，这个是我们完全同意。同志团体确实有非常多元的不同的诉求，但也恳请大家不同的议题可以分别的来讨论。像今天一大早到现在哦，听到非常多跟性别平等教育有关的这个相关的议题哈。性别平等教育有另外一些非常值得讨论的议题，没有错，但是我们今天讨论的是同性伴侣要不要纳入民法的保障，
好，所以如果大家愿意的话，教研会的部分我们可以再来讨论性别平等教育法。好，非常乐意再跟大家进行更深入的讨论。嗯，保障全体宗教自由的部分，我相信今天这样的言论可以四处都听得到哈。台湾的宗教自由是非常非常的大。嗯，我想大家很多的焦虑我们都了解，那个焦虑是来自于是不是当同性恋可以结婚之后，比如说在学校不能教一夫一妻，在学校不能教不能提到反同等相关的等等的言论。嗯，我想这个社会不同的群体本来就应该透过沟通来理性的思考对话彼此了解，这个是一个民主社会好必经的一个过程。那歧视与否，我想在这个民主的过程当中都有非常非常多的讨论，这个都可以很清楚的跟大家说明。但是好，今天绝对不会有通过同性婚姻以后就不能叫一夫一妻这个事情啦。我也是一夫一妻生出来的，所有同志朋友今天也都是一夫一妻，大部分都是一夫一妻生出来的。所以这个我们不是要去翻转现在所有的家庭制度，我们是要拥有平等的保障跟保法律上的这个权益。好，以上，谢谢。好，谢谢吕小姐。我们接着请新加坡拉理事长发言。再按一下，再按一下。好，谢谢。主席，大家好。在加拿大，他通过同性婚姻的时候，有一个数据，他五年同性婚姻的家庭五年内就增长了五倍。所以，当同性婚姻如果入法的话，它是会有一个认同跟鼓励的作用，会让这样一个同性的一个同性恋者跟同性的婚姻的这样的一个数字的一个暴增。而且，同性婚姻当台湾如果通过的时候，也难保很多其他国家的同性恋者来到台湾，我想这不是我们所愿意看到的，那还有就是说，当这个同性婚姻如果是通过的时候，我们会失去很多的自由，包括第一个是言论的自由，我们不能再讲一夫一妻或一男一女，我们不能照我们自己的方式来教导我们的孩子。好，那第一个是一个言论自由我们会失去，第二我们宗教的自由也会失去，因为我们宗教自由，我们基督教像我是牧师，我要讲圣经上的真理，但是因为法律通过，我不能讲圣经里面的真理，等于关掉圣经不准我说，而当我要说的时候就会犯法，就会说你是歧视，你是恐同，好，你是这样的是跟个法律是不合的。那我想说这个已经不是单纯的由同性恋者我要不要来成立一个家庭婚姻，而是他已经干犯我原本所拥有的权益。我不能，我没有言论的自由，我没有宗教的自由，还有个更我觉得更让我们担忧的是父母会失去他管教儿女的什么主权。因为当教育他通过是这样教导我们的时候，他可以说男的跟男的，女的跟女的。如果说现在我的儿子带着一个男的，在学校学生的时候，男的跟男的到房间里面做他们爱做的事，我的女儿带我的女儿带一个女的去他们房间做他爱做的事，我不能去管教他，因为法律赋予是合法，教育也是这样教导，我失去我做母亲管理我小孩子的权利，因为这些已经架构在我管教孩子之上了。所以这是有很多的问题是你们大家没有想到的，所以我盼望就是说我们能够把这个问题，要媒体，我期盼你们能把这个问题能够大家真相都摊开来，因为这是关乎我们每一个家人每一个家庭我们的价值观。而且我还要讲一件事情，就是今天同性婚姻我们
我们可以认同，就是你们同性恋者，我们知道你们的处境，我们也愿意来大家来沟通来交通，但是你不能要我们原本我们这几十年，甚至我们阿公阿嬷，我们几十年，甚至我们是一辈子几千年的人类的这样的方式，你要来侵犯到这样，让我们失去很多的自由，这已经不是一般普遍的这样。所以很多的问题我们要摊开来讲，我期盼媒体你们把这样的真相大家变成全民的一个觉醒，一个全民的运动，谢谢，我们大家一起来探讨。谢谢，好，谢谢新竹县理事长。好，谢谢。那我们接着有请谢启大律师发言。谢谢。第一，我希望今天很高兴尤美女委员现在还继续在。因为我看了所有很多的资料，在2011年的时候，您开的上一次的公听会的时候，我看完全部的，你一个不同意见者都没有邀请。那我希望这一次28号的，因为我全部读完了，我希望你这次28号的也能够像这次一样，最起码各半。同时，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对于这一次，我很前面我几乎都在听，即使我在做别的事情的时候，我也是打在委员办公室，我也在打开来听。我发现到今天很多对于在修民法的，几乎都是法学者，或者是不管是研究法律或教法律的，或者执行过法律的。为什么？因为法律有它的专业性。我也承认尤委员他也是学法律的，可是我必须说，今天在执法尤其教法律很久的时候，他们很清楚这个专业性是很重要的。我刚刚问了，特别问了陈明堂次长，我说难道你法务部做出来调查说112个法律会受影响，356个法条要修改，是假的吗？有委员说的是对的吗？他说这是我们自己研究的。那么他说你可以讲，他们不方便讲。那我想这个部分我必须很说清楚，虽然我有委员是一个法律专业者，可是我在立过这么多法，我很清楚事实上是非常专业的，不是一个民法改一下就这么简单的事情。第三，有，所以说司法院的部分倒是收养的部分，那个部分是值得要研究的，我们怎么样去用解释，同时在这个部分怎么样闪避。所以我觉得如何用一个所谓的伴侣法，我觉得是可以解除。可是如果你修一个民法，你这边只修一条条文，那边有112个法律要跟着改的。第三个，黄国昌委员说的，我刚刚提到的一些部分，我在这里说，很遗憾黄委员不要在不在或者在电视机前面看，我在这里要说很清楚的，就是说今天所谓的道路，你今天如果我是用伴侣法，就等于相当我们在一条道路上有为导盲者铺个导盲桩，可是如果你今天把民法改了，你就等于整条道路上通通都要用导盲桩跟你们一样走才行。同样我所说的蟑螂，所谓的蟑螂的意思是说，今天修过法以后，依照现在很多修了法的这些国家里面出现了很多的问题，而这些问题有人认为那只是小问题，那只是部分问题，我告诉你那只是出现的一个问题，而这就是那一只蟑螂，它表示有更多更多的蟑螂我们不知道。也就是我们今天真正的担忧是，当我们同性不管是为了这样保障部分的权利，我们愿意给他权利，可是他可能会影响到整个的社会。所以我不是说这些人是蟑螂，而是说当你出现的时候，很多可能在执法者出现的问题，就像台大事件一样，这个法律很清楚的，居然教育部可以把性别平等法能够变成是叫做同志养成法的这样在交换执行，而且可以明明违法的，性别平等法13条、19条不是这样，谢谢，它居然可以公文这样子的写。好，谢谢。是我的教育不懂法律，还是你故意要这样解释？谢谢，谢谢，谢谢刚刚几位的发言啊。那我想我在这边我先说明一下哈，我们这一场的公听会，我们邀请正反方的代表都是均等的。那下一场由尤委员所召开的公听会，当然也是正反方的代表都会是均等的哈，在这边跟大家做个说明。那接着邀请陈铁虎理事长发言。谢谢主席哈，委员还有各位先进。全国家长会长联盟在这里在第二次发言哈，多数的家长是比较捍卫民法哦。那听说法务部还有在研拟一部办理法，是不是等到法务部的出来，大家再看一下哦？这个多数委员
有这样讲，我们的家长啊、伙伴啊这样讲、啊、那刚刚有人讲说我们的收养，因为大家我刚听的，我包括那个许继仁委员他讲的收养，我想他是站在第三人的立场。假如我们站在孩子的立场，维护孩子的权益，是不是收养的制度对于为一个素不谋面、一个没有血缘关系、一个没有任何关系，在一个同婚家庭里面成长的孩子，我们不是他，我们不能替那个孩子去决定他未来的命运，这是我们比较担心的哈。另外，刚刚说我们修那些民法里面所有的双方配偶或是双亲都不变，那我请问一下一个问题：我们的国家如果要建联合国，联合国要求你，你只要改个名字，你私下还可以叫台湾，再叫中华民国，那我可以让你进来。那个名字我给你取叫中华人民共和国，那你私底下你要叫台湾、叫福尔摩沙、叫中华民国，我就不管。哦，这个就是所谓称谓的问题，因为捍卫现在双方男女异性家庭跟婚姻关系的普世价值，很多的家长团体，包括家长在内，都是对于这些很有余力的，对于同志，他还是非常的希望他们得到保障。我们不是说非常反同。另外，我要跟各位报告哈，我们现在教科书里面很多的，教科书在教导我们孩子是要同婚家庭，还有我们的性别平等。现在叫什么？父母是意识的，情欲是流动的。异性恋霸权、恐同症、性别光谱、青春水印在学校里面流窜，现在青春水印已经被禁止。但是我这里哈，因为时间关系，我没有一一的拿出来讨论里面的东西哈。这里面都是我们教科书，现在这不是假的哦，各位还的，这是真的在教导我们孩子哈。所谓性别平等法，它就是一个同志教育法。我可以这样说了哈，里面都是展现的一个歧视，歧视不是我们歧视同志哦，是同志在歧视我们的异性恋，这里面都非常清楚，而且里面讲的是一个是一个基本人权，说性别平等法是一个基本人权，什么时候性别平等法是一个基本人权？所谓基本人权就是生命、财产、我们的尊严，那才是基本人权。现在教的都跟我们上辈子、跟我们所有的普世价值都是违反的。谢谢哦，这个性别平等法，我们需要大家再来检讨。谢谢。好，谢谢陈理事长哈。接着有请蔡维恩蔡牧师发言。主席各位大家好。我接着刚刚理事长所讲的哈那个歧视的问题，我觉得应该我们要学习彼此沟通不管是我说有时候我们觉得说，特别我们刚才讲说异性恋的这个霸权，这是一个歧视，其实不只是这样的说法了哈。刚刚我们看到正方在谈到说他在表达他意见的时候，他说幸好有这个宗教自由，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歧视啊，怎么会这样子？你可以就那个论述能够很清楚来表达，为什么好像在歧视人家说他好像胡说八道？我觉得是这现在这个媒体，很多媒体会充满了这一种来自于这种不信任，来自于好像对方比较笨，这种漠视的歧视，我觉得这不应该在民主社会发生的。我觉得我很遗憾，因为我一直两次跟主席谈到说，我们这一场公听会很重要的就是说四字554号这个大法官会解释家庭架构是宪法制度性的这个保障，这个有宪法未接不能修法的这种概念，到底能不能让这一次的公听会来确定，因为有行政单位在这里，应该可以表达他的意见。因为很清楚的我们的知名的公法学者董宝成，他是前考选部部长，他也主张说这次的修法是违宪的。这么大的议题为什么不谈呢？
不确定呢？因为这个议题要确定的话，假如我们说错，起码我们以后不要再讲说违宪。但是假如我们说对，那就很明显，我们以后我们这一条路就是不是修的法的路，是另外用啊我们啊另立新法的方式来保障啊。我想这是值得大家去思考，也希望公法学者能站出来讲，到底是哪一边是对。那我也特别要提到说啊，因为我第一个发言的时候，媒体有些可能我讲的不清楚，或者有点断章的取义的啊，这类说辞，然后啊说我啊反对我们联盟反对啊同性恋者他们有这个啊财产继承权，哦，这是错误的哦。我们不管是单点修法，或者是我们是啊专门修啊专门另外立专法，都是赞成他们的啊财产继承权。但是一般民众他们搞不清楚，他们有恐慌，所以我最大的疑惑就是说，为什么刚刚雷倩啊谈到了最小的冲击，最大的保障，为什么我们不愿意用德国的伴侣法来成为我们的共识？这是我的发言，谢谢。好，谢谢蔡牧师。针对您刚刚特别提到有修民法是不是有违宪的疑虑哈，我想我们可以提供给游委员在下一次的公听会要不要来纳入作为这个讨论的提纲了哈。好，那我们现在邀请苏珊执行长发言。大家好，我先回应一下那个辛迪波拉理事长有讲到，就是说加拿大同志婚姻合法后，就是发现同志还是同志家庭的人成长了5倍。那其实也许你会觉得说，其实同志，大家我们在这里，你根本看不出同志是谁。那可是如果我可以去合法的结婚的话，那你才看得到。所以很多就是他们本来就是同志，他们不是因为你修了法之后你才变成同志。那另外是有提到说那个言论跟宗教自由就会失去，如果同性合法化的话，那可是其实我们真的只修5条法哈，然后其他的法律是没有动到，所以宗教言论自由根本不在修法范围里面。就像你现在就算讲了很歧视性的言语，就算同性婚姻合法化之后，我也是拿你没辙。然后另外再针对那个谢启大律师这边哦，就是民法修正后，其实不是大家都要走倒门砖，你还是可以跟异性恋结婚。就是你也，然后我也可以跟我的同性结婚。那其实你的说法是说，我走路其实是不需要导盲砖的。可是你如果修成了同性特别法的话，是你就逼我必须要走导盲砖。可是我其实是不需要啊。那另外我想说，就是我们在 LINE 还有就是大家社群上面都看到很多就是不实的一些言论，比如说性交啊、性别平等法，可是这是都跟我们这次修法内容是没有关系的，所以大家如果要讨论是可以去另外一个地方去讨论。那另外还有说，大家有提到说特别法应该要循序渐进，来试试看效果。可是我是觉得很好笑，就是国外都已经试过了，那而且很多国家试过伴侣法之后，现在的同性婚姻都合法了，那为什么大家都试过然后觉得后来最后修法比较好，我们还要再去走同样的又花钱又花时间的一步呢？然后另外是说同志的小孩没有选择父母的权利，其实我们现在没有一个人可以选择自己父母的权利，我们只能好好的去教育我们的小孩。那最后大家常常讲到同志在讲性解放，可是其实我在每次公听会还有最近听到性交啊，什么男同志跟女同志的性交都是反方在讲，所以我真的觉得公听会我都不敢带我的小孩子来了。谢谢大家。好，谢谢苏珊执行长。接着请张秘书长发言。张守义张秘书长，谢谢主席。好，谢谢主席，然后也谢谢游委员还继续在现场，谢谢在座的各位委员还有各位的出席者。那么我刚刚要想回应一下啊，苏珍刚刚也特别提到说性解放的问题，其实我不是说特别要在这边提出来，但是我们看到为什么反方现在很担心的同志咨询热线吕新杰不在嘛啊，
但是你会看到他们现在在推动什么，是在网络上面推动说多人性爱讲座，然后怎么去跟异性这个多批进行公开的招募，然后呢场场爆满，还要加开教导青少年用 APP 进入到陌生男子的同性恋圈，进去怎么进去，那如何找同志三温暖当玩家，然后教导女生怎么跟陌生女子一夜情，这个都是在我们不是说是不是我们就我们现在不是说这个，但是我们现在在讲说今天是不是这件事情是跟这个不一定有关联，但是实际上是正在发生的。那我们在讲哈，回来抱歉，谢谢主席提醒啊，但是我是告就是说我要回应有没有这个事情。我们刚刚要回应一下说普世价值，黄国昌委员讲，请问现在等则等之，不等者不等之，因为同性婚姻跟异性婚姻是不一样的。那同性婚姻所建立在的这个就是一个在我们早上讲过啊，就是第一我的发言第一轮讲过，它是建立在一个不自然的一个性关系、性行为跟性关系的上面。那这个两个是不一样，但是有没有这个人存在，我们是尊重的。尊重的时候，所以有委员今天在讲说，我们究竟在这个如何去谈？我觉得只要我们不要去动民法972条，我们一定要保留一个给异性恋夫妻，还有生养父母生育养育教育我们下一代的这个法治的前提之下，我觉得其他都比较好谈。一定要让我们的后代子子孙孙知道我们这些问题的根源性是不一样的。所以在这个里面，我觉得不是说大家都是一样的，本质不一样，这不是黑人白人的问题，你性行为取向是不一样，我们当然是同样是人，所以没有黑人白人的差，没有这个差距的问题。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观念上面，我们一定要把它弄清楚。好的，其实我应该把谢谢。好，谢谢张秘书长。接着请叶光洲律师发言。主席、委员、各位媒体先进，非常开心可以在这里做第二次发言。身为一个处理身份案件，特别是大部分是离婚案件，以及研究婚姻法制史的人来说，我今天非常得到非常多，感谢各位。上午我有把这一次立法就法案的部分在法制上做了说明，我简短的时间跟各位报告，我听了很多同性恋的朋友的故事，我深受感动。就像我们处理家事案件，听到每一位家事案件中要离婚、要收养子女等等的故事，我们都很感动。但是感动可不可以成为法律？我举一个例子，前几天我接到一个女生打电话来问我说，她跟她的男朋友要结婚，但是受到阻碍。什么阻碍呢？他们两位的外祖父是兄弟，简单说他们是旁系血亲、六亲等，请问可不可以结婚？依照现行民法不行。为什么呢？他们彼此相爱，异性恋，奉公守法，没有违反任何人，没有伤害任何人，为什么现行法律这么的严格残酷，限制他们旁系六亲等不能结婚？各位，我要从婚姻的法制史跟各位报告，从罗马法到现在，到2001年的荷兰，长久以来人类看待婚姻的立法从来不是从自由的角度去看待，大部分都是限制，年龄的限制，精神状况的限制，亲等的限制。所以我要跟各位分享的是说，同性恋朋友在要进入婚姻遇到的困难，我们其实透过今天可以互相了解，这是一个最好的部分。但是婚姻，特别是婚姻入法制，它基本上在西欧2000年来的发展都是限制。那最后我要谢谢今天的公听会，给所谓的正反方一个机会。我一直认为我们做家事法的没有正反方，我们是共同在这样的关系当中找到共识，带来祝福。愿上帝祝福大家。谢谢叶律师。接着请杨玉莹家长发言。大家好，我是杨玉莹。对，那
我这边说一下几个我对大家争议事情的看法，以教育工作者的立场。对，就在我带孩子的过程中，我带过非常非常多，很多家长非常痛，头痛，然后老师非常棘手，然后包括可能要被退学的孩子，对，那他们可能非常情绪爆炸，或者是被视为亚斯伯格或过动，对，但是其实只要他们知道他们怎么去管好他们自己，譬如说一个很爱打人的孩子，这么大的缺点，他去揍别人，然后就是非常暴力的这个缺点，他知道怎么去管理这个力量之后，这个力量他可以拿来帮别人搬东西，他可以拿来保护他朋友。那在这边我讲这个概念，我要描述一件事，就是缺点翻一个面它就变成优点，缺陷的地方转个面它就变成一个很厉害的优点。所以如果大家认为同志有非常非常可怕的缺陷，可能会毁家灭国，可能会海啸山崩，可能会导致世界人类的灭亡，我真的非常肯定，就是有这么恐慌跟害怕的人，请你真的，我们一起鼓起勇气，努力去研究这个能量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因为当我们把这个能量找出来之后，我们台湾可能可以成为世界第一的非核家园，因为这个动能太大了。对，然后再第二，就是很多人很担心歧视的问题。那歧视的部分，我想这样子切来看，就其实我们从古今中外所有的历史，我们都可以看见一件事情，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很多各式各样的标签，譬如说有人长得胖，有人长得矮，有人长得高，或者是眼睛特别大， whatever， 对，但他有分，他是先天的，就是说这个人他不能够控制的，或者是后天的，譬如说他非常贪婪，他非常纵欲。刚才有非常多人把同性恋跟纵欲合在一起，我想要描述这是两件事。我们一直知道一句很重要的古语叫知人知面不知心，也就是说如果单纯从一个标签去看待一个人一定是什么样子，我们大家都知道出错几率实在太高。对，那一个很贫穷的孩子，他从小会被歧视，但通常这样的歧视会让他长大之后成为一个对社会可能他更努力想要对抗这个标签，所以成为一个对社会很有贡献的人。这部分大家可以去参考最近很流行一本书，叫做阿德勒《被讨厌的勇气》。对，所以呢在这边我想要告诉呼吁所有的人，没有任何一个标签可以阻止你会不会伟大。谢谢。好，谢谢杨家长。我们最后邀请关教授发言。主席，今天大家都辛苦了哈，就一天相当辛苦哈。那我本来也想要取消，就是最后的发言，但是因为刚刚有先进就不断的呼喊公法学者站出来哈，所以我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也就是说，如果这样立法的话，会不会违宪的问题哈？那董老师呢是我的老师，好，那我非常的尊敬他。但是就宪法学者来讲，我本身的意见也是不一样。所以如果是也就是公听会，你找再多的宪法学者，你也会听到两方的见解。那到底那是不是违宪呢？哈，依照我们的宪法171条的第二项是这样讲的：法律如果有与宪法抵触发生疑义的时候呢，其实是由司法院来解释的。所以如果我们的立法院通过了任何一个法案有宪法的疑义的话，都欢迎就是申请大法官解释哈。那事实上在许多的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国家，也都是经由司法体系的解释，违宪解释呢而合法化的。那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是因为开放了同性婚姻申请大法官解释，大法官认为同性婚姻是违宪的哦。那除了这个之外，也就是说假使因为我们的朋友也有主张这个事项应该要由公投来决定。
那这里也必须要提醒各位，作为公法学者呢，必须要提醒各位的哈，就是虽然我们的这个直接民主的表现呢非常的重要，但是在宪政主义的要求之下呢，如果我们的公投去侵害人民的基本权利，剥夺平等权，或者用公民投票去剥夺某一群人的权利的话，那这个从宪法保障的观点来讲，也可能被司法违宪审查机关宣告违宪。以美国来讲，就有这样子的例子哈，因为2008年的美国加州曾经进行反同性婚姻的公投。这个公投送到了联邦的法院之后，联邦的上诉法院呢就宣告这个公投是违宪的，因为这个法院认为哈，这样子的公投是为了将同性恋群体的一个利益呢放在异性恋群体之下，让它基于劣等的地位，而事实上这样的公投也没有办法实现这个公投所宣称的公共目的。那一次公投的目的是为了增进自然父母生养子女，促进生育，保障宗教自由，以及为了下一代子女的未来，跟我们现在反对方所主张的见解是几乎是一样的，但是还是经过了法院的一个违宪审查呢，宣告它是违宪的。好，谢谢。抱歉了，我们那个时间上有限，不好意思啊。好，我们游委员2分钟的发言，谢谢。今天非常谢谢哈，不管是正方或是反方，那其实大家非常理性的一个辩论。那11月28号呢？我们会同样的方式，也是一样，25个人，那正反各半。所以呢，外面一直在谣传说游美女不让反方的人来讲，这是错误的讯息，请大家不要再一直误传。我们一样，11月28号一整天仍然是25个人，正反各半。那请大家告诉大家，我们一样是不准旁听，但是我们全程转播，跟今天完全一样。但是我们为了扩大参与，所以第一场已经参加过的我们不会再邀请，我们会邀请没有参与过的，那能够扩大参与。好，那在这里呢特别跟大家报告，那我们也希望是说今天这样的一个大家的一个互相交换意见以后，那如果有一些不实的一些的讯息，我们希望说大家能够把它下架，不要再用一些不实的讯息再去造成社会的分裂。我想在这里再一次的恳求，谢谢。好，谢谢游委员哈，谢谢。再次谢谢我们今天所有出席的专家学者的代表，还有各媒体朋友哈。确实，这个议题本身它涉入哈一个深水区，很多人都比较害怕去碰触。不过，我们真的认为台湾现在真的可以认真的、合理的、平和的来讨论这个议题哈。那我们今天大家所提的建议呢，在今天呢我们已经告一个段落哈。那所有的发言以及书面的意见，我们都会列入记录，那刊登在立法院的公报，并且制作公听会的报告呢，送交本院全体委员以及我们今天出席跟列席的人员参考。那今天的公听会到此结束，谢谢大家，现在散会。